开台关伺服器，关台关伺服器。然后每次重开我就很害怕。我很害怕。蛋要怎么生？你要装牧场机组啊。好了。好的。装这个啦，装这个东西。现在在找卡比兽。你在找卡比？对。我晚一点应该来孵。小王。他说最多只能放两颗，不像以前可以放六颗。不能带一只，然后全部放带。不吧，是那个啊，机组啦，牧场机组只能放两公爸爸妈妈，不能放兄弟姐妹了。哦，就只能好狠哦。对，只能一对一。可恶！可恶！卡比索，你出又变更麻烦了。卡比索不出来了，多少了 ？PYKI 143，还是143？深夜零零点多趴。点多趴那个，morning 早晨黄昏，嗯，我在想我应该先去地狱练等的，嗯，水枪喷出水蒸气，水蒸气，我还可以在地狱潜水的。等一下，看到一只奇怪的东西。啊，错了，哦，在哪里呀？看到你这个奇怪的东东了。哦，在这。嗯。粉色的体壳用。坐起来，坐起来。粉色的铁壳用好像不太妙呢，他真的超粉的。上吧，财富密码。So
上吧。进得来了吗？有啊，进来了。嗯，宝宝在问吗？宝宝吗？那没有啦，没有啦，那个观众，你们上次不是一直卡住？哦，对呀、啊，不用贴了吧？还有人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属性是什么属性的吗？不是看旁边六只看不出来吗？对呀、啊。干嘛？有猫，有兔子，有鹿，有牛，有鸟，你看不出来是什么啊？到底是什么呢？嗯，对啊，一般系，一般系不像你们有蓝色、红色可以看，一般系五颜六色，什么都有啊！居然抓粉色，没有，就是收集大鱼，我不太不喜欢粉红色这件事情。嗯，你可以抓，但会不会用是另外一件事情。没有，我不会拿一个，它是草系的。好、哦，你看我都在钓那个了。喂，我都在钓鱼网了。喂，你清晨，后来有抓到带龙吗？有啊，后来是在这个地方抓到的。那时候想要乱逛，就跳出来。然后你后来抓到。对啊，在那个主世界的那个传送地图。恭喜你，熊宝宝。嗯、哦，抓过了。那时候最好笑是抓到之后，几句话巢穴就出现带龙。我气死。太惨了吧。很气耶。哭了。辛辛苦苦打了我很多巴掌，这里。真的。每次都这样啊，就是哦，好不容易就是什么什么弄得差不多，然后就一个东西跳出来直接打你，超不爽。对啊，这是抓到的。去一趟主世界。嘿，多。卖骨头。什么？赚钱赚钱。嘎啦嘎啦的骨头吗？没有贵重的骨头。你是个狠人，那个打巢穴拿到。PH 黄昏。回家。人蛙吗？嗯，好像没有，印象中。人蛙。可是有那个欸，那啥，可是都日月了。对啊，我看到。没有，我说我没有抓到。你会不会想哦？对，我好像没有抓到乖乖跑完。卡比索，我没有卡比索。黄色线条是啥？这就是提示说有东西在这边，像这边是宝贝球。那等一下，如果有卡比兽的话，也会跳提示出来。我哪不会游泳？我看一下，会耶，错哎、欸！你知道我的水箭龟浮不起来水面上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昨天就是好像太小只了，然后就是我如果不按住空白键，它就会沉到水里，然后没办法往上浮。它太小只了。这么无情的吗？是我骑这个帝王拿波到底是骑在哪里啊？在搞笑。那么来这里，我去地狱玩的，考虑抓米纳斯，如果有遇到的话。啊靠呀！要岩浆。啊？没事没事，我一个超快手速回家了。没事没事。晚上了。晚上了。这是百变怪啊。看看会不会遇到熔岩蜗牛。是熔岩蜗牛吗？你不是叫那个喷火头？熔岩蜗牛也会掉啊。哦。嗯。果然哦。
牛是哪只来的？这个。聚碳三第八代的，对，我这个只是放身上是加高平均等级的，哎、欸，也不用了哎、欸，我的兔子比它高哎、欸，我收起来。喂 ，Can Can， 嘿嘿，退休啦，不用带它了，打入人工。它在地狱有3%几率会生。3%听起来蛮多的啊，怎么都没遇到过？还是我等级不够高？不可能啊！30，哎，我想40级等，再来说应该会遇到啊。哇，这极具巢穴太猛了吧！哦，有什么？你养啊？完蛋！熔岩瓜牛可以用钓竿在岩浆钓哦，真的假的？哇，真的假的？哇，真的假的？开钓，太远了，看不到，这个岩浆太深了。我找找，我找找一个离岩浆近一点的地方。好狠，好狠！那我要拿破旧钓竿直接钓。哇！直接掉一颗火之宝石，乖，丢下去烧。哦，这好方便哦！我不要东西，我直接丢岩浆里面烧掉就好了。哇，好棒哦！好棒哦！太方便了吧！走过头了，他在这边点。是哎哎，新的鲤鱼王哎，没看过的鲤鱼王哎。嗯，不准丢掉哦，到时候要跟你借哦。牛，我再把它抓起来。哇牛啦！我靠，这是哇，这女王好屌哦！哦，喵喵，对不对？等一下，好过形态的鲤鱼王，我看他长什么样子。拿破旧钓竿在岩浆上钓，会勾到僵尸鲤鱼王哎、欸！要试试看。我现在在钓，我钓到烤熟的鲤鱼王。超白痴！不是很有效。直接死哦！哎、欸，我看到，我看到熔岩瓜牛了，在那个水里面。我看到了，可是我的怪丢进去会不会死啊？哎、欸、哎，干、欸、笑掉了啦！哭你！哭啊！哇！我离他那么近啊，我屁股后面这只鬼是不需要跳是怎样？哦，它是钢的哦。哇！来人工，打入人工。啊，好像这边钓到用破旧钓竿钓的都是那个烤焦的鲤鱼王。哦，也没有烤焦啦，就是。好熟的哇！你那边一定很香。对呀、啊，香喷喷，共共旁。哎、欸，啊，不是啊，刚出两只啊，清掉之后就都不生了，是怎样？在嘲笑我吗？哎、欸，对呀、啊。哎、欸，我看到那边有一只。啊？怎么没有生半只卷卷的？东德四纪录。要帅了，战斗到了。Peace。干，不是熔岩虫。啊啊啊！喂、啊，哭啊！咋战斗我还掉到岩浆？我死。还好我回家了。哎，没事了，我已经死那么多遍了，也不差这一次。不能这样呢，打架打一打，把人家打到岩浆。嗯，哎、欸，对啊，这样推到岩浆，你复活怎么办？比手速了、哦。对啊，我刚就是一死掉，然后马上打火吗？
太狠了，狠啊，是个狠人。搞错，不是那个，是我复活我的怪物，不是。可以练，连枪不用练。看一下有什么球。狂狂奔，连枪跑。被探窥，哇，他可以一次拉不行。他没有。没有我要的球、啊、没事，我的稿子还在。一般系的宝宝这些一台就看到火烤蜜蜂，哎，后也不洗啊。观众知道这有办法一次拉吗？哎，有哎，荣光的找到你了，耶、yeah, ！我两根，赞。你哎、欸，你拿在副手，它会亮吗？副手吗？会。会哈，好哎。很亮。我再帮你找找，我再帮你找找。好哎，好哎，这样火把可以收工了。好耶，好耶，还不会乱出。对。啊，还是我拿这两根先 回家做钓竿，好钓竿，然后在那边再钓，在这边狂钓，然后狂打，对，好，就这么决定。哎、欸，不对，要三个才能做。啊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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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限山丘传送，清晨黄昏，卡比兽，卡比兽。键盘的左右键快速切换，是哦。哎、欸，真的哎、欸，啊，可是就这样哦、喔。哦，感谢。对了，就是你那个，如果你打开电脑之后，你要搬动宝可梦，不是要用滑鼠点来点去？嗯。你就举起一只，然后用键盘左右键、哦。可现在好像没有圈选。哦、好赞哦。没有说个一个框框打勾打勾打勾一次啦。好，是没错，我看到这里又一次了。他们怎么上线了？哎、欸，对啊，他们今天不是要怕鬼哦、喔？对啊，他们今天要怕鬼耶。你们要去幽灵塔抓鬼啊？喂，原来是这个怕鬼吗？打鬼，可以了，我回去做钓竿。你要顺便回来是不是？来蹭一下要不要？几句话的铁甲勇，铁壳坤。几句话铁壳坤特。对，打包。PBA， 大家一起挑战。No, that's good. 鲤鱼王很难吃啊，鲤鱼王都骨头啊，知道？好恐怖！蘑菇。蘑菇。不要帮煤炭龟啊，帮我们啦！煤炭龟烧一下啊，煤炭龟。吼！好狠哦，煤炭龟！二连踢，让我踢掉他！踹他，踹他！哇，哦、好狠、哦！煤炭龟好凶哦！好狠啊！不收服了，浪费。收一下啦。宝可梦阿贵啊，爆了！球爆了！嘿，我的极限三球。欸、对，我口口青蛙进化了呢，耶、yeah ！升级等了，耶、yeah ！
Yeah! 吃进化了，来吧来吧，显现你巨大的样子吧。看不到了，你等下还要进到他内部了，怀念了齁。好大只哦！你要来蹭阿罗拉小拳师吗？一星，好吧，来蹭一下，蹭一下。那我要派出这个岩石闹啊，好啊。我被点了。哇吼！你怎么先急句话啦？我没有啦。哦，这样泰山压顶会比较屌啊。没有哎、欸，你没有表现到。哇，我没表现，哭了。啊！哇，可怜，没有球收你耶。好了。勉强勉强，这版本很少 Mega Boss， 对啊，很少啊，很少，我没啥遇到哎、欸。我今天我哎、欸、对，小雨再 TP 我一次，来。你注意看我。哎。我有没有变？有哎、欸，你头上有那个呢。这个是。很像发夹的。这是 Mega 手环的东西。哦，他现在也戴头上了。对。赞哦、喔。对耶。赞哦、喔。来吧，点狗狗。眼狗狗，有啦，狗狗还是比较大只。吐了口水，我、哦、还没吐到它就死。哦，你的是盐水哦。对啊，是盐水。很棒哎。吐它。会灼伤哎。没有没有，那个是热水。哦，盐水是50%会两倍哦。对，哦，那很棒哎，很不错啊，收尾用的。那一只，回家。还一只，收一只吧，带回家吧。哦，还有一只，是，好，我又来了。Mega 代售，我就想要 Mega 代售啊。好吧，好吧。幽灵系，等你了。你到底咯，嗯，那他真的叫声蛮难听的。你到底咯，然后待会你到底咯，那来配哈记的梗梗梗梗梗梗啊，应该叫哈记要那个带着梗那个鬼斯通，不要让他进化。不要让他进化，为什么？他就会一直哈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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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好好知道。你去他家附近就有了啊，他那个那两只鬼师都一直狂叫。我很少去他家哎、欸。我也很少到他家，他们，我以为他们是室友会住一起，就隐约可能受不了跑过来这边住。太吵了。隐约先预知到了。先逃先逃，太大声了。你的一个糖果，对对对，我做。你们没听过、哦，带你们去听。你要做高级球？对啊。高级球几倍啊？高级球不知道哎，我看一下。啊！雷之石，太狠了吧！高级球是两倍。对啊。可是很废、欸，它超贵的。是啊，不是1:1，3:1吗？对啊，是做钓竿要高级球。爱丽丝丝。爱丽丝丝。那、啊、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对话、啊？怎样对话？是波波在打字啊。波波关台是不是？啊，他没有在开台啊。
不然为什么 Bobo 可以自言自语？他一定是跟像团团聊天呢、啊？还是要看给他不在开台吗？对啊。为什么他偷看台啊？他妈也偷看台。奶去卖啊！先带你们去看。被波哥德马尔顶包。加油！我们的铝板靠他了。其实我家蛮多铝锭的，只是没在意啊。哦不，哈基要上线才有。什么东西？耿鬼。哇，鬼四通。现在没有。波哥德马尔是不是？就你最嚣张。过来，成为我的钱吧。他做啥？又拿三片转蛋。我现在投抢一次220，110。喵。小子找王。好像还可以，记得他的。哦、我的财富密码死了，钱也没了，哇亏！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亏爆！你太亏了吧？无意义的东西哦，每次他还刷一次，我就结束他的生命，让他变幽灵系。真的。其他球啊，很多球在。No， 还有铁吗？还有哎，有啊，有啊，更多铁。哎，对耶，我原本想说要再多付一只那个，多付一个高高。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上次死掉之后，我的那个石头之柱搞搞哦，石头按钮搞搞，对啊，我的石头搞搞没了，需要再弄个石头搞搞。有热好钓竿，你做完是好钓竿呢、啊？对啊，做好钓竿哦，所以我那时候。哦，我们第一天我拿到就是好钓竿呢。哦，你一开始就是好钓竿哦。嗯。我没有，我之前都是拿那个破旧钓竿在钓。对啊，想说之后就陪你们用，都用那个破旧钓竿玩。哎呀，用破旧钓竿，好钓竿可以，好像可以钓到更好的钓竿。存个点吧。31等，欺负一下。齿轮儿，你太棒了啦！打他，拿铁、哦。不对，靠，他是训练家。哦。来了，我来了，我拿着好钓竿来地狱了。啊哈！怎么存？你帮我打一下字好不好？什么什么？哦，我好了，我好了，我好了。打要包任何东西。
特效哦。为什么他到底为什么可以跟人家？他为什么自言自语啊？对啊，太通灵哦，太扯了吧？因为打鬼是指这个哦。飘飘，哎，他是鬼哦。原来吗？小碎钻抓一下。还是他们拿那个对讲机？哦，难怪。嗯，好好。人家钓不到东西呢，蛮好钓，但都钓不到东西。两个都在直播，所以是 Bobo 低人家的台，然后没开。Bobo 开台还开低啊？想到低台，我去低。太狠了！我要去低台。太无情了！太无情了！太无情了！比哟比哟！我要第二台，他今天没开台。太无情了！哇！他没开，到底到底？现在有 PVP 哦，什么 PVP？ 打玩家吗？我打到水里了，对啊，有伤有对啊。我想说，这也不是没有，一直都有啊，怎么那么大一只？什么？我把他打起来下去，他说怎么这么大一只？他是说你的那个吗？哦、他看到我的猴精的、啊、头精王，对啊，对啊，猴精王。你跟他讲啊，你以为我跟你讲说我有300公分是假的吗？打笑死哎呦我的鱼跑走了是麻麻小鱼，最讨厌这个。你要忍一下。一我要滴谁？还有谁可以滴？滴了。对啊。就这个啊。嗯。没开。我们之后要来做个机组的。哦，现在有你，阿伯索鲁，哎、嗯，自己送上门了，好吧？阿伯索鲁，蓝色的轻飘飘。你现在纯二吧？纯二。对啊，纯二小碎钻也进去，钢、妖精，欸、对，那天想问一个观众，你们说的套装效果哪个是增加饱食度不会饿的？哦，对啊，我想要做那一套了。看起来目前用看的是看不出来套装效果。对啊。哦，他是这个缝合怪的训练家哎。缝合怪就是又会有个化石，那个什么剑盾哎，哦，你说就是四种的那个化石，对，其中也是水的，杰克说很强，到时候应该会吸化石。哎、欸，我现在挖矿挖到地底下的那个哎骨块化石，哦，骨块哦，对啊，我没有在正常的深处挖过，我也没有。超酷的，今天在一个沙漠下面玩的。暗之石的套装，暗之石，加塞啦！暗之进化石吗？我连觉醒之石都还没抽到。请问暗之石是进化石吗？
啊！买完了，哭了，又急拉屎，他完蛋了，他死定了，他打死他会掉绿宝石，你完蛋了，打烂他！不要考虑挖法师，有啊有啊，我就是说那只啊，鳃鱼龙。前课有说那只很强，我应该之后会练吧。现在整理我的箱。去打梦妖很容易拿哦，黑暗鸦哦，对耶，对啊对啊对啊，以前我们那上一个世界，黑暗鸦不是一大堆在附近飞？对啊。哦对，打它会掉安之石。我们家这边也是有，可是我每次都看到图示，然后没看到它在哪里。对，我觉得有鬼，怪怪的。比较来晚，比较晚来看台，抱歉。哦，对啊，你是打抱歉，给我道歉。大概就这样吧，熟悉的。那看来我要把黑暗鸦跟梦妖加清单喽。那有人知道如果要觉醒之时要我要觉醒之时有没有谁可以打、啊、没有的话我就要去找他的石头。谁谁在乱叫？对啊，石碑。黑暗鸦大多在树上或天上。嗯，我们知道很多鸟都在天上飞呢。对呀、啊，你看我们盖了一个超级大看板之后，他们都不再那么高飞了。有吉拉斯 ，I see you。哎，对，如果他电筒可以来换别只，嗯，电谁呢？哎，这只怎么在这？492块。那我来存一下好了。黑暗鸟，黑暗鸟，梦梦妖啊，有点墨还蛮好。安安199，梦妖刚好200。要选强壮之二。好，我。大概记得，虽然到时候等我真的找到他，我应该不记得。梦妖叫做 MISDREAV。哦，木海马的声音是呼吸。哦，对对对对对。绝景之石跟暗之石，暗之石刷到的难度啊，刚刚不是说暗之石很好刷啊？怎么突然又说？怎么又变难了？对啊，哦，两种矿都同一啊？对对对，它就是日夜交接的，对哈、啊，是在树上。白天晚上啊。197。对，我在说有没有宝可梦可以打它？打这个石条。有吧。MURK 啊 ，MURKR， 挖矿很难，所以觉醒之石是比较难拿到的。哎、欸，你哪知道觉醒啊？没有，我想要做。卡打切啊！怎么做？哦，哈，真的要做、哦？我想做来看看呢、啊。他已经时间久远到我已经不记得他那个哈打切到底是怎样了。我记得好像很难找。他好像另外一个也可以，忘记是什么石头，我等一下看一下。他有两种。看一下。哦，一个是雷之石啊。是我做雷之石，是因为雷之石做的是音速脚踏车，我觉得越野脚踏车应该比较好用。
有印象。那这是谁？海兔？不是，是龟角角。跳跳跳跳！紫水晶，看一下。我查一下厉害钓竿怎么样？厉害钓竿，我觉得也是打那个。那我们说用钓。Boss。就是这样子。厉害钓竿，击败渔夫训练师 NPC 有 0.1% 获得好钓竿，用好钓竿垂钓有几率获得厉害钓竿。我不知道开钓了。对。好吧，那我就继续钓吧。好吧，这个只能割掉了。没错，谢谢。抱歉了，又生了，又生了，又生了。哦，厉害钓竿也可以鉴定属性。哎，对耶，有有有，我以前有印象用钓竿钓到钓竿。对。好了，那就钓吧，反正我也每天都在这边钓鱼，换一把钓竿而已。不错。沙奈朵有三分之二几率会钓，太阳一步也是。沙奈朵哎、欸，不是沙奈朵是第三阶。对呀、啊，他们都好难好难生啊。太阳一物，我没有印象，我看过野生的。我们家今天下午出了一只水伊布，在甚至、啊、下的对，在哈基家门口。那最好笑是，哈基先说，说完之后换团团说，团团说完话，音乐说，没有人去打他，一直说看到他而已。对，因为那时候团哈基我们两个通话，然后音乐不知道去干嘛大便吧，然后他那个团在开台，嗯啊，我不是要杀他。啊！出大事喽！真正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圈圈二，圈圈二！我打不动这只马老鼠，要被打爆了！厉害钓竿用钓的或抽的，在开车没有办法一直打字，你就好好开车，不要打字，乖，没人怪你。没事没事，真的，小雨不会怪你的。我知道他有几率钓到就好了。我有查 wiki， 我有查 wiki。又一个，来进入后宫，进入后宫。wiki， 哦，好痛，木海马。被打破的，被打破脑袋。算了，还是不要他放第一只好了。还是被打破头。艾露雷朵跟雪女妖，妖女不是不是不是，现在是那几只都很难遇到啊，三阶进化的、欸，对啊，我没有打架，我们没有在怕的，只怕四星以上的跟 BOSS， 其他我们也在怕，我们是吃，我们是七三趴的一群人。那你还在混拿太阳岩？哦，你们看啊，这只龟悄悄哦，忘记收过了没？收看看。几句等级？这几句话的时候有抓到的。好，王后宫对。是什么？因为我只有找王是母。我太强了 ，TP 我快点。来了，等一下，我塞一下包包，我包包超慢。我加你。我来了，我来了！你太猛了吧，太狠了，无情！
不是啊，打加加啊，踢踢过来啊！太无情了。对啊，发怎么没有要一起来玩？我以为他今天要一起玩。要通话。可以。太无情了。好，人都到了。来吧，来吧。那我要选这个。他很废吗？请打开，请打开。有，我按了，我按了，我按了。啊，我还没。他只会一直变身，不用怕，打。好，那我要用这一只。我刚才在介绍说，你们看观众，我有百变怪的，然后就绕一下这边。哦，有百变怪。有百变怪。我要剪精华了，我要剪精华了。能量聚集在小雨旁边。哎，你的火狐狸快过来！你的火狐狸什么事情？我刚刚没换到哦。你不用怕啦，不用怕啦，他不会死的、啊。我分享，我给你的，你竟然这样对待他。没有，我有太狠了。我有好好的对待他。虐待动物的有。哎，他快死了。哎、欸，变得毛，变成长耳兔。他变成我哎、欸。没有，他现在变成妙蛙草了。我想说，奇怪，爸爸偷解任务吗？吓到我了。哎、欸，我死了！他暴揍爸爸哎！等一下，是吗？他会那个呢？他会打人呢、欸？这次会打人呢、欸？他比较强哎、欸！干，我还带不回八分分。完蛋了！没事，我跟你讲，他就是不要变成长耳兔就好了，我们都没事。好的。你是说不要变长耳兔吗？不是，最好笑的是你们是御三家，一个水，一个火，一个草。对啊，不是啊，那个火灾雷哦，火的吗？那个火势低不烧他哦。对啊，你搞哎、欸！火去烧他啦！快烧啦！烧啦！效果绝佳，有没有效果绝佳？效果绝佳！啊，免搞不死了！完了！出代机了！啊！喷他！哇！完蛋了！我不行了！完了，他变咪咪了！我还把他交给你了！快把他盾打掉！我盾掉的，喷他！消失了！不行啊！不行啊！再等一下，他刚是草的啦，没有吐他水啦。麻烦你先不要变，你先不要变，水枪出一手。我觉得你们就用啦，你们就用啊！他怎么那么可爱啊？打不下手。真的，哎，好可爱。打不下手。不行，我打你们了。你快锤他！不行，我打不下手。我要锤那只火狐狸！你不打死他，不要锤火狐狸啦！那我要继续睡他，我要昏昏了，赶快睡！我就打啦，不要睡了啦，打啦！他睡不着，真的吗？我在努力打了，你们还在睡。他快死了！哎呦，我也快死了！不是，我觉得是波波在打你耶！没有吧？打我！倒嘞，他倒嘞。哎、欸，我要用什么球收他？我要用什么球收他？你喜欢哪个就哪个啊。对，反正这个就是命啦，抓得到就抓得到。哦。就是我啦，我就没有那个命啦，就是我。我也没那个命。又爆了，吃糖果啦，我害怕。走喽，抓到喽。抓到了。抓到啦。过来了、啊，有一个善意的哎、欸，好狠哦！特防上衣，哇，很爆了！太狠了！再找，我觉得今天已经第四只了哎、欸，可以找啊！你们有看到集聚洞就去绕啊？这是打自己人哦，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打，你刚刚就是在打，发发是不是？对他，我有发现他是从火焰被火焰漩涡围绕，我想要看不到 ID。哇，你好狠哦！哎、欸，我给你哦，好扯哦！不是，他发帮你装的，你还拿他烧他？因为我们今天打这么多场，从来没被反击过，我想说奇怪，为什么都是被火焰烧的什么的？发生什么事情？太狠了 ，biu biu， 你是不是都没选对啊？你要选上面哎、欸。
是不是都点我、啊？还是火焰漩涡会烧比较多，是吗？哦，进化了！有有有，你看我好好的对待他哦。不是你拿他来打我们，你好狠，好狠的心呐、啊！我把那头不给你，你把他拿来打我。拿来打爆发发的头，我不是故意的。你明知道你克我，你还这样对我？对，你还克他，你还打爆他？而且他你还在打我、欸。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选哎、欸，我就想说有地方可以选，我就选。没有，你要点上面上面 ID， 你要点上面，它会有一个箭头。对，就是你还没选之前，你选完招式，它会有箭头的说你要选谁这样。你知道他名字啊？最简单就是点他名字。你知道你最猛的是你还打对属性，你知道吗？对呀、啊，你还直接打烂发发，你打我搞不好不会那么痛，你直接打烂发发，我快笑死。太狠了！我下次怎么就知道了？每个都写那个反击有没有？谁敢打我就很明显了哦。哇，五十等的长毛猪、嗯！你快走，你快走，你快走！啊，你可以抓，抓，先金球直接抓。可是我们有五十等的皮皮耶、欸！小果然哦，刚我没玩一星。小果然可以啊！来了，来隔壁而已。我先把我的。我操！十三滴血。Okay. 我想说奇怪，为什么你没死？我先回去。不是、啊、不是，你远端回复就好啦。有人回复要钱哦！哎、欸，小雨，小雨，小雨，看这是，看这是，看这是。客家呢？看一下，看一下。客家，所以我一直在打自己人哦。哎，哎、欸，这边有，这边有这个哎、欸，这叫什么？我不知道哎、欸，这叫什么、啊？不是名字吗？那个小丑的。哦，你是说那个吸盘魔偶的那种踏冰人偶吗？踏冰人偶，不知道、欸、叫什么，我忘记踏冰还是什么？是那个阿汪的属性。啊啊！不是，这不是格斗的吗？好像是吗？就是那个小丑套装是永久水下呼吸。哎、欸，不是、欸，哎，它是圆圈圈，圈圈圆圆圈圈，一个圆圈圈是一般系、啊，真的假的？哦，那这是一般呢、欸？哦，一般系哦，一般跟水。打百变怪，把有问题的人先解决就对了。好，麻烦你先过来吧。好，先把那导师打掉。TP 哦，不是上面那一排哦，我水上面啦。我直接吐他，我直接吐他。好，吐死他，吐死他！我两倍拳打爆他、哦我。我知道怎么那个了，我知道。等一下、哦，我刚刚有看到这个。好了，我好可以开始了。你不觉得他如果没有那两条东西其实很母汤？长得跟那个漂浮泡泡一样。哦、对对对对对对。那我超喜欢漂浮泡泡，我觉得漂浮泡泡超可爱。小果然，我新学一招哎！迪拉里拉，你多迪诺，迪拉里拉，你吗？哎，为什么？为什么？阿飞飞，你却就发现说是嗯，怎么是火焰漩涡？没有没有没有，又是火焰漩涡吗？我这是选上面了，我是选这。怎么受伤了？怎么是我？笑死！小果然困在火焰，有了小果然困在漩涡之中啦。有了有了。吐血。好玩。又爆了。游戏馆是要跟朋友玩最好玩。回家。哎，收到了。哎，我也收到了。哎、欸，我声音太满了，全部喷出来了。对啊。哎、欸，阿武的。Blessy。哎，宝宝，我问你个问题。哎、欸，为什么你刚刚可以隔空喊话喊那么久？什么叫隔空喊话？你刚刚是在第一团团台吗？我没有在团团台。不然你怎么会隔空喊话？啊？啊？你怎么刚？哎、欸，你刚刚不是在聊天室打字吗？我没有，我在团团旁边。啊，对啊，可是团团没打字，你有打字哎、欸。我打字啊，他有打字啊，他没有打字、啊，他没打字啊，他有打字啊，他没有打字啊，他打字啊，没有，真的没有。哎、欸，喵喵也、欸、好可爱，我要驯服他。他说是啊，他说这是我不是说爱的小窝吗？他说打、嗯、他打是啊，只有这句话而已啊，啊，可是前面那句话说，对啊，我说
对啊，就看你一个人在那边讲话，然后想说哇塞，这个人怎么都可以对话，好强哦、喔。等一下，我有点有点复杂，我不太确定是。你刚刚就是从头到尾大概自言自语个四句，然后第五句团团才回你。对对对对。啊？真的啦？真的。所以刚刚都是误会咯。所以你是完全想，我完全想不到是哪边我在自言自语，然后就这一只。太多讯息也刷掉了。对啊，被几句话刷掉了。这只叫什麼？哦，有那个诶，冰的穿山鼠。那真假？穿山鼠啊，穿山鼠啊，穿山鼠啊，冰的很可爱诶。你是不是乡下来的训练家？哎呀，穿山甲！我就不会玩哦。没事，我们没有怪你，我们没有怪你，没有怪你，我们在纠正你的用词。他没有讲这是什么，我就说这一只诶。哪一只？你有截图吗？你们看尖的喽，有截在尖的喽。好，你现在尖的喽，我看看。尖的喽，这是魔强人偶吗？哦，这只叫做踏冰人偶，踏冰人偶，没有，那个是超能力。冰跟超能力，那个一个像漩涡的是超能力，哦，拳头的才是格斗。对，拳头。拳头。嗯 ，Garena。然后一个圈圈灰色底的是一般。对。OK。轮回也是一般。我觉得我突然觉得我好白痴。不会不会不会，因为我们只是很压抑。我们就讲说奇怪，抓鬼抓到这边来，以为是指这个意思吗？对啊对啊，然后他们说他们要去抓鬼，结果说怎么是跟抓鬼？对啊，总是跟 Bobo 对话。嗯，然后你又在一个人对话说，哦，难道是 Bobo 才是那个鬼吗？没有啊，他们也还在玩，还在吃不起。感谢。哦，我要大爆暗之死，超级阿鬼，真的是超级阿鬼，王者之尊。哦，那个是进化，那个是进化用的。对，进化呆兽王、河马王跟河马王跟那个青蛙，名字叫什么、啊？青蛙蚊香蛹蚊香蛙皇之类的，忘记它叫什么。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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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香蛙皇。而且蚊香蛙皇是我没有看攻略的时候让它进化到的、欸。啊，你说你刚好用那个？对，我就随便乱带，而且是英文版。然后为什么我的不是快蛹蛙？哦，这有一个很像兔子的哎、欸，普通的。兔子都普通，我要它！你等我，你等我，你等我。好啊，你们一起来。好。红石灯怎么做、啊？哎、欸，它消失嘞、欸！哦不！哦不！早上了，它消失了。啊！红石灯是哪？就有火把，红石火把吗？火把。红石火把还是荧光石？忘记了。没有，你先 TP 我。荧光石。我 TP 你吗 ？TPACCEPT。TPA。你的按个 C， 按个 C 按 Tab， 你 TPAC， 然后 Tab 它就会跳出来。嗯，它消失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蹭一下。晚上。没有，它是时间到就会消失。对，它一段时间然后就没了。所以有时候不是不等人，是怕它消失。那个地狱门被拆掉了。对你用斜线 M E N U 的。可是那边不是只有那个？没有。对啊，最下面有去地狱的、啊，最下面。你看，对啊，地狱。地狱方块啊！冒险模式啊？对啊，不是啊，地狱不是冒险模式啊？不是吗？不是，没有啦，我们可以挖啦。世界的跟那个是一样的、啊，是可以挖的。我刚以为这只是百变怪，一个叫冰宝的，没有一个叫冰宝的，蓝色的色尾。哦、冰宝，标志的那个。嗯，那 我先回家一趟。好的。那为什么不能破坏东西呢？你在哪、欸？有了，没事。对啊，对啊，可以了。我刚刚去那边挖爆一堆石英的。对啊，去赚经验呢、欸。来吧。附魔台，我也要偷偷去用一下。用啊，用啊，用啊。然后哦，用一次好啦，五个铁就好，这样子。天啊！哎，那其实也蛮便宜的。很便宜啊，因为反正那个你也用不到很多次啊。嗯。我附魔一个，我就疯狂造铁。嗯，有了，我可以做。那也是。没关系，没铁再跟你要。没问题啊。你家就是大家的家。你要红石灯要做什么？我的仓库。我要做那个回那个电脑。
啊，电脑牧长机组吗？啊，他要做那个啦，补血的装置啊。补血机不用荧光灯啊？没有没有，那个电脑就是可以换宝可梦的、那個。你斜线 PC 就可以。还是你不喜欢用云端？不是，我不知道可以用斜线。对对对，斜线。你慢慢学，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我们前两天也都不知道，一直狂问杰克。对，我也其实、欸、那个是怎样啊？那个是怎样？我其实也有点不好意思问他们，可是逼不得已一直要问啊。对呀。小果篮，小果篮。三。那我还是做一台，我可以放。也是可以、啊，可是你在外面的话，就可以直接斜线平行就好。喂、欸，小雨，你要不要那个？你要不要那个王者之争？好啊，我这给你、嗯、啊，我直接放你家好了。可以啊，你把它塞在我家箱子就好。玻璃片 ，OK， 玻璃片，感谢你。打开这个，拿了，完了。哎、欸，你们它又卡卡。你们有多的多边兽的材料可以给我吗？我现在多开没事。好，我只有之前那个头。好了，我电脑了。阿贝，治疗床要钻石。I have no diamond。你需要钻石吗？你可以去我家拿。啊，你有这么多？蛮多的啊。我还有20几颗。那我要拿来做整套钻石装了。你做钻石装没用啊！那我看到你，我就揍你哦。我就拿钻石剑砍你哦、喔！现在 PVP 开了哦、喔，小心点哦、喔！被我看到我就揍你，我就揍你，超级快！你这是变回以前那个，就是欺负别人。不是啊，你死人暴力呢？原来是我死人暴力、啊。对啊，奇怪，以前小雨不是这样子的啊，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会这样？哎、欸，他那个机，要说那个机台是一定要用钻石吗？我看大家都用钻石包旁边呢、欸。包旁边？你是说牧场组吗？你说牧场？像哈基那样子吗？对对对，可是哈基这边又改掉了耶。没有没有，因为。每只宝可梦属性所喜欢的地板不一样，对，它需要的东西不太一样。哦，对，像它是繁殖用的，就对对对，像我的宝可梦喜欢栅栏，我怕美观太丑，就把它移远一点。哦，小雨，你有好多学习光碟哦，就是一直打积聚啊，可以给你王子吗？我一直都没在用光碟。你可以贴粉砖。哎、欸，其实不用，因为我没有危机。对。对啊。我想做个钻石稿。只是想说有观众问就用观众，不用去找。没事没事，感谢你。哇，这套服。你这是什么衣服啊？等离职队。等离职队。听起来很厉害，就是普通的衣服而已，外观而已，普通的衣服而已，外观而已。你真的要怎么送啊？附魔台在哪里？你说在我家吗？对啊，我家就在小雨家与那家中间，直接撞在地上。哦，找找，直接给他精锐。可是他一个 chunk 只能生32个。32个，你会看他们中那么多是在4个chunk中间。我在4个chunk边边。对，我觉得造景就好了啦，不用再中那么多了啦。现在不需要那么多。我丝绸之术哎，大家都蛮多的。你那个叫做石头之稿。可是那我要用丝绸之术吗？啊，你可以用丝绸之术啊，那很好用哎、欸，你就挖一般石头，然后就直接把它做成按钮，就可以很多球了。对，你要东西就是挖回来再帮你敲。反正我们幸运的人很多啊。嗯 ，OK。对啊，丝绸就是你就不用再烧它，就直接可以做按钮了。用再烧一次。烧它。我现在需要食物。Okay. 好卡哦，这个。你的 resume 在搞事哦。对啊，他刚直接把我 YT 关掉哎、欸。你是用哪个那个、啊？现在是他预设。找到代售了吗？你要不要就设定新加坡？哎，好，再开一次好了。
哇，我真的每次遇到那种直接关掉，我很火大。对啊。换电脑之前关掉一次，我就很崩溃了。那没办法，那个是。这样子。我觉得他后来超不稳定。没有，因为他退出了，你需要月费哦。可是月费。月费真的比较好吗？月费，然后对月费，他有多有，他有分等级，然后有分中阶的有多三个通道可以让你选，然后最基本的是多一个通道。不是，你知道那个他很尴尬的是什么？他很尴尬的是他推出的那种通常都是欧美线路，可是欧美线路你亚洲去你还是一样费，还是一样费啊？对啊，因为那个什么 Streamlab 他自己本身也有双开的那个线路。对啊，可是他的就是欧美线路，然后他妈就是掉一个掉到死的那种，对气。对啊，因为我原本有在想说，他有那个会员，然后他就是买了，然后有自己双开啊，然后有他一些模板可以用，然后我想说，那我买一个月看看，结果想说，试一下双开干，垃圾，这是垃圾。会抓哪只传说的宝可梦？我有什么传说的宝可梦可以抓？你是火的，火超多的好吗？火的超多的欸，真的假的？火焰鸟、炎帝，是什么？炎帝我知道，对啊，炎帝也不是炎帝，谢喽，炎帝哦，哦，不然很多欸，嗯，我就超级云玩家，我现在就是什么都不懂，是火水的。什么火水？就是有一只神兽，它属性是火跟水。哦。啊，我要怎么抓？哪一个？是要去找召唤东西，是不是？是要找召唤？就是要找它的出生点啊，去守株待兔啊。因为现在那个我以前的版本是神兽会跳出去说：“它在海边哪边哪边，自己去找那样子。”嗯。我就问说：“谁在海边？”因为可能大家都有两个人在海边。对，可是现在它不会。可是现在你那个雷达没关的话，雷达好像会亮一下。哦，就是如果你附近有神兽伸出来，你是真的假的？哦，杰克昨天有讲，他说雷达会跳出来。中间的雷达还是右边的雷达？中间的那个。哦。好可爱哦！来偷用你们家的补血机器。来，没问题，我们上下都有。所以下面有一个吗？钓鱼池啊，啊海边那边有一个。钓鱼池在哪里？你刚在下面钓鱼啊？哦，我真的没看到。这里啊，这里、啊。哦，我看到，看到。哦，那我还跑上去。我好难过。就是钓完直接回头，直接。太损了。一般系神兽两只而已啊。不是真的假的？它这么巧、哦。卖差。联盟。Pinnacle。这只吗？我那天在逛那个地狱堡垒，有找到那个石板呢、欸。我逛地狱那一只可以一直换属性的那一只的石板。你说劲敌拿的那个吗？弟弟爱他哥。我忘记那只叫什么了耶。什么什么兽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他可以换超多属性的那个。可是我没有看到我们要用的，我就没拿。阿尔宙斯算一只啊？算呢、啊，我就不让，我就不放东西上去就好了。现在团团加的种果汁，果汁。求你，你要求果，你应该就在大家全部搜一搜，你就多了。对啊，大家每个都搜一遍，这样好吗？可以啊，没差吧？不是，就是你不要不搜去拿箱子里面的这种行为就好了。哦，你不要走过去用斧头把它砍爆就好了。好，那我知道了。哇，你们怎么对我这么好？可以的，好，真好无，大家都很多啊，可以都拿去用，好无情啊，好无情啊，太无情啊，太无情啊，小雨，嗯，不会吧，普通的，对啦，属性，对对对对，零半战兽，这就是一，就是一，属性空。绝兔的那个鲤鱼丸，我要抓吗？还是把它杀掉？可以抓，有成就。可以抓，你抓。啊、对哦，我都忘了耶、那现在的话，现在我是等小雨，看看可不可以用交易的解成就。
对啊，我现在21种，哎、欸，没有22种，加上烤焦的，现在22烤焦的。知道了，你们想打绝绝兔吗？一心而已，绝绝一，来来踢。我刷宝应该刷更多的熔炉。想到以前没事做就是跑来跑去，之前就是跑来跑去刷那个孵蛋啊，没有孵蛋，每次就跳孵蛋了，停不下来，静不下来。啊，我孵蛋都是那个呢，就是在那个才跑道上面，对啊。可是现在还没有啊，现在我们要红丝灯加灯。那、啊、你们两个要不要来？要不要来？来了，我钓鱼。好，那波波来。等我。P P A 繁星。好，走，快干。喂，兔兔打兔兔。喂，波克，波克波克。Jacky 吧。迪巴迪巴。他蛮可爱的、啊。谁很可爱？绝绝兔啊！你有看到它进化？我觉得它就不行，它就是不要进化。对，我一定卡死它，死都不进化的那一种。我帮它带不变之石。他就这样了，他不要给我进化。你可以，你想象一个弓头，它变成一个弓头的样子。嗯，对，它变一个就是穿吊嘎的那种阿兵。死了就死了、啊，死了很棒啊。这我不是很想要这只。神奇糖果，极矿石，哎呀，拿来喂喂。鬼甲矿石，抓到。问一下干爹哦，观众啊，魔海马进化了。招式，刚刚该换掉这招对不对？还是换掉哪一招？还是二连踢就是他的招牌啊？我问技能，你刚刚有两个技能很犹豫。啊、哦，这只。正太头，正太超越吧，鲤鱼王，收服一只特殊的鲤鱼王，彩色的，所以你正在钓鱼就对了，对呀、啊，在钓鱼啊，别死，龙龙池，练等，击球片可以丢进去，哦。哦，结石特性，原来如此啊！会了，会玩这游戏了。可以，没问题。已知用火，有问题就问，没问题。没问题，那就怕你不问。哈哈哈！明，他在羞辱我。谁要羞辱？谁羞辱你？谁羞辱你？谁这么狠？谁这么狠？没错、啊，狠的，压死你！那有点可怕，进、啊、化了。比巴比巴，我哪里可以抓比较多那个啊？躲地狱啊！地狱啊！地狱啊！你去地狱抓，就去地狱就好了。对啊，对啊。哎呦喂、啊！哦，是上来忘了。怎么了？没有，我这上一个人，我以为是 NPC， 然后就地上有一只大探车，我想说，哎呦，大探车也抓一下，然后丢，说战斗中我看一下，啊，死了，王哎，不是 NPC 啊，抱歉，你把这大 NPC 啊过混哦，不会了啦，我要去看啊，今天凌晨有天龙座流星雨，我发干嘛？有怎么了？在钓钓鱼呀、啊？你在小雨家钓鱼哦？对呀、啊，他们家这边有那个，啊、还有治疗机，都弄好了，穿边边，打一打，累了就在旁边直接休息，没问题的。用一般的钓竿吗？一般的没有啊，那个是那个破钓竿吧？对啊，我的是优良的钓竿，对，优良的破哎、欸、什么？哦，优良的破旧钓竿，破损的优良钓竿。对，我有哎，掉出一只鲤鱼王，然后把他打死，这个我有了。哦、oh. ，对，那我等一下再去多打一点那个好了，烈焰感。不过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要传你吗？因为不是找到烈焰神的那个神官，对啊，那个有声吗？
没有啊，我原本要去打。我知道你要打那个，你要掉那个，哎、可是他都没有。哦、oh ，这边不太会生怪。你说地狱吗？就是就根本不会生。他是火加菲哦。哦，你说一般的怪吗？对啊。不知道，因为他们说在主世界找到枯拱的有神。嗯，去平原比较能看到索罗亚跟索罗亚克，要打他们是不是？哦，三十等啊，妙蛙斗士。为什么选一般系？为什么选一般系？还不明显吗？看那主要是哪一只就知道了吧？还不明显吗？哎、欸，村庄。哎、欸，我好开心哦、喔！你怎么了？怎么了？我的那么卡逊，那个我不是比说比掉会超速吗？因为真的飞太快了。对啊，我现在换了就是八，因为要一个火焰之躯的嘛。嗯。然后想，鸟的又不错，就抓一只，然后进化成火箭雀。现在我飞的跟你们一样了，我很开心。你可以正常的飞了。对啊。太好了，恭喜你。太棒了。好像是可以去找 NPC 单挑了，对不对？只是我不能用它、啊，我不能用它打东西而已。现在有先机球，我超猛。你超猛，可是你没办法抓别人的啊！我可以打他，我把他打爆。哦，有人打爆他脑袋。对、欸，把他脑袋直接狠狠地敲烂。七要爆他头，这样会不会太白痴？不会啊，会。怎么会呢？你在说之前我很白痴喽？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我没有，我没有这么。他没有这么说出来。什么？就是没有。不是他没有这么说，是没有说出来。是我根本没连想过都没想过、啊，好吗、哦？对，好像可以做那个钓鱼台，对不对？自动钓鱼机吗？钓鱼机吗？对啊。对啊，我们想做啊。也是可以弄一下。你是说什么按键的那个吗？没有没有没有，就压住压住左键的，可以挂晚上钓鱼的那个、啊。对啊，就是你们应该是想钓一般的、啊，一般买块的、哦，因为想弄个副那个修补的。对啊，然后钓鱼又可以有经验值，又可以修东西，稳、啊、妥。你们会算？稳妥啦，都想好了啊。其实没有一只 NPC 可以跟他对决，脖子啊！我想去找地狱的 NPC， 往地狱他们，因为我不是水呀、啊，我想去锁他、啊。虐地狱的 NPC， 我天哪、啊！我听了啥？哇塞！嗯，原来你们都已经那个花，然后放在那个中间是为了繁殖，是不是？对哦，对啊，那个是牧场机组，它缩下去了，它是一个机器。哦，嗯，所以它变成一朵发，一个发发，对，一个发发，超巨大，它还会长大。哎，小雨，你有印象体型最大叫什么吗？嗯，不知道我的那一只是巨大而已。哦，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大的。那我孵到一个超巨大、欸。哦，超巨大、哦。看一下哦。不好意思，那个形态不一样，男女有差吗？形态不一样，什么形态？就是它有形态是一样的，可是它有男跟女。这样子我要把它丢掉吗？你说鲤鱼王吗？对啊，对啊，他只看颜色了，他不看公的样子。OK， 那我把它。你好吗？你好啊，你好吗？效果绝佳，欠揍！我的天。观众知道最大是多大吗？哦，培育宝可梦是为了拿到更好的。对的。嗯。你这么好。对啊，像有些人只是想说，就是进来玩，没有想要搞得那么强，那太累了。对呀、啊。卡须哦，这是超巨大吗？那我回家改掉了。嗯，卡须丸。不行，我太
太去不知道太多东西，不熟，慢慢没事没事没事，真的慢用，真的不要压力那么大。没问题啦，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啥是啥，我的记忆直到前两代。而且你要想，我一开始玩的，我还是比你们提早玩过，然后我全部都忘了，全部忘光光。稳妥啦，稳妥啦，弟弟。那时候杰克还问我说：“哎、欸，你之前用过，你该现在会了吧？”我说：“我全都忘记了，我全忘光了，不忘了。”那这是什么？来去看一下，火之宝石，会安。哥来古哎，打到哥来古。哦，这有没有用啊？什么什么用？疙瘩，地狱疙瘩。不确定哎。你看要不要酿药水？就先囤积啊，都先囤积。囤积。你可以酿。就是潜水要水之类的，都看火啊！来地狱就不会休休息啊！谢喽。哎，真的会休休息好不好？真的真的会死。被宝可梦推到岩浆里，而且死掉直接喷光哎。对啊，我以为不会喷哎。会啊，会喷光啊！我溺水死过超多次。我今天在地狱在挖矿的时候不小心被烧死，我想说。就是不小心被岩浆烫掉，我想说，不会死掉，不会喷装嘛，然后下一秒直接全部喷出来，毫无防备。对啊，好吧，还好身上没有什么东西。携带他的宝可梦十大晴天的话，晴天时间会比较长。防尘护目镜。怎么说？怎么？你知道我聊天室有一个流星雨，就是一个疯狂推荐流星雨的观众。啊？他就一直说什么哦，今天晚上有流星雨啊，然后什么说很好，然后说下个月又一个流星雨，然后下下个月又一个流星雨。对不起啦，我其实没有很想知道啦。流星，在流星雨，我在流星雨会持续三个小时，连不想看到都很难。好了好了，就其实他是叫你赶快跑。没有，他说今天晚上12点会有流星雨。他想跟你看。你要，没办法，你要说对不起，我看不到12点，我每次11点多就睡着了。对不起，我12点应该还在这里开台。抱歉，很抱歉，但是没意外的话，我应该还在这个电脑前。好屌哦！宝可梦怎么那么强啊？哦，还有水珠跟菱形诶，好酷哦！很多啊，还有斑马诶。啊哈，混乱啦！我有个问题哦，我拿到一个火球石板，这可以干嘛？这是刚刚讲的，它是石板就是那个、啊、有一个属性空，然后它就是带什么石板，它就变什么属性。你可以拿着，你之后抓到那只神兽，你就可以用。哦。哦。Fantastic baby。我在逛堡垒，堡垒好多那个防尘护目镜哦。防尘护目镜。对啊。如果拿了三颗钻石 ，three diamond，three diamond in your area。three diamond。area。我就只是想接一下而已。丁若丁鱼。那边超大只，吓到我了，而且穿过我的、啊。小雨，你有钓到鱼骨形态的吗？有，鱼骨的我钓到了。我现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哎、欸，石板是创世神的哦，我以为石板是属性空的。野道火蜥，属性空是光碟。哦，不是光碟，磁碟。抓抓看。反正就拿自己属性的就对了、啊、其他的就可以不用看，其他可以跟人家交换，或者是对啊对啊，你就看我们这边有人有的属性就可以看有你们人要吗？你们人要啊，才不给你嘞，嘿嘿，你好像很坏哦。夜巡幽灵啊，水晶孤影，我现在需要 Google 一下火属性 Pokemon有哪些可以抓？天、yeah, ，你可以直接找列表来看。火
破属性，宝可梦多嘞，超多的耶。很多啊，火属很多，因为它是三元素之一，御三家的三属。御三家，火焰鸟，什么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哎，这里熔岩光，我是不是在这边找不准？你要去那个维基找比较准。去维基找，你要找什么的？考找那个、啊，找属性，我的很好找啦。宝可梦，中文。不是，是泥炭龟啦，不对，是超多哎、欸，怎么跟只有十二个啊？真是怪怪的、啊。有起来，在那里，我的熔岩关哟。阿尔宙斯，大家都在讲阿尔宙斯哎、欸。锦鲤红白黑，你有吗？锦鲤红白有，锦鲤红白的我也有。啊？什么？谁？哎呦，二十个，打一下。鬼师避开了我，他睡着了。混你！啊啊！厉害，钓竿。哇，你好猛哦！我的活鸡鸡又睡着了。我们把一些钓竿丢在里面。很、哦、难打的。好。再钓一个。无理取闹。哦，这不是哎、欸。你知道我、欸？不行，我不能跟他打了，我一直睡着。哇，厉害钓竿的手钓，生鱼一只。那是三哦。披斩司令。水枪。哎、欸，不是，不是，不是，怎么那么痛？哦，五十等。什么？好狠哦！我看你已经叫出大乳牛了。大乳牛。大乳牛。毛。我在找。哎、欸，披斩司令抓到了，披斩司令可以干嘛？可以干嘛？他就是披斩司令啊。他就是披斩司令。你要叫他砍树吗？哦，可以吗？民办战兽会考虑吗？不会耶、欸。雷波主流。你清除了，清除了，太好了。刷新，刷新。刷新的，刷新的。再刷几只乌龟，不是，再抓几只瓜牛给我。刷新的话，我刷网。这边真是一堆岩浆。哇、哦，现在已经是丢球大师了。那大字报击败了。大字报？怎么了？大字报。大字报就是会就自爆了。就是他自己自爆，然后他自己会死掉，可是我也被炸死。啊？爆爆王的九一一有听过吗？对 对，九一一啊。你死，他会跟我一起死啊。嗯哼。对。可是他把我会飞的宝可梦弄爆了，你飞太狠了，你飞不走了，我飞不走了，太狠了，太狠，我回家了，太受伤了。刚抓到一只五十二等的，现在目标要找什么？卡比兽。哎、欸，现在傍晚了，他应该会死。傍晚是几点到几点啊？嗯，不是现在是那个啊，现在已经是 sunset， 现在已经是日落了，已经不是傍晚了。sunset 哦，然后等待再来。对，好啦，回家钓鱼，回家开始钓鱼，钓鱼人生。我还可以再做一把好钓竿，有没有人要？不要，请把烈焰杆留给我。哦哦，对呢，要给我箱子里有多一个啦。来，反正就是弄完再那个放回去就好了。你有给我吗？那个差别是会钓到更好的吗？钓到的那个宝可梦不太一样。哦，对，
那我可以接吗？哎、欸，这有幽灵系的哎、欸，幽灵是哈吉的，哈吉，三星的。哦，你说那个集聚吗？集聚，集聚是什么？那个巢穴啊。那好啊，对对对对对。哦，可以，这样子。可以啊。TP 你啊。哈吉不知道有没有要打哎、欸。不是哈基现在在开台，对啊，他现在开台，他在抓鬼，他在抓鬼，在抓鬼，抓鬼，皮皮头把他抓下来，可以啊，他会很感谢你。然后我就跟他换百变怪，哎、欸，是哦，哎、欸，来来来来来，快快快，来来来来，爸爸拉我啊，啊对哈，你们就在我们家这边没有啦，我在很远的 TPA，TPAC 对不对？有，对。我马背，我马背，让我接。T P A， 这是什么？ C、哦，我们旁边的那只啦，什么雕沙堡的？哦 ，Buffa Baby 有吗？有吗？哦，有有来了。加一加一。好 ，T P A， 来来来来来来，谁抓到就去跟他换那个。他有这一只，可是要应该可以用这只吧？看他属性好不好？嗯，三星哦，三星哦，你要想，你要弄你最强的哦，你要想清楚哦，你要想一下。Bobo， 你要想清楚哦。Bobo， 你想清楚、哦啊。我想清楚了，可以吧？谁先死？唱一首歌。哇哇，爸爸你要想清楚哦，爸爸你要想清楚。爸爸你小心了哦，你小心了。我靠！为什么你五十一呀？你先把爸爸、欸，你把他打死，爸爸你把他打死。你揍他，你揍他，你打这个皮卡皮斩石钉。哎、欸，他这只不是火的，我以为他是火的耶。啊，不是啊，他是幽灵跟。不是啦，他说皮斩石钉吧？你说皮斩石钉，你不能看外表，你不能看外表。因为我现在是用外表去认你。不行不行不行。你说红红的吗？对对对。哎，干嘛不行？发发要唱歌了。发发 baby， 谢死了。噔噔噔噔噔噔噔。盾吗？盾牌啊。对，他会有一个。我还有一个盾哎、欸，要先把它盾打。Never gonna turn wrong。超过三星的都会有盾。Got you and hurt you。他头一直在晃哎、欸，好像打头。记得点哦，点一下上面的，如果卡很久。左右点一点，左右键点一点。对，爸爸，爸爸帮忙加油了，加油！拍手，拍手！哎哎哎！哎呦哎呦，爸爸要唱歌喽！快张开你的嘴！啊！哦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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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哦有了有了！这个声音可以用不收服。哎呦呦，要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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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发油，发发油，发发油，会死会死会死！没有了，耶！ Yeah, 我抓到了，有吗？有吗？我来看看，有抓到了，抓到了，看看他。哎、欸，我怎么在水里啊？要死我！我才说发发油，发发油啊！你小心一点。哎、欸，这要怎么看水？属性什么属性？能力值吗？他有点废，他才48哎，他个体斜线 P D P D 哦 P P G 的 P P A B C 猪的猪，对 P 猪，哎、欸，哎、欸、他可他不在我身上哎、欸，你要在电脑里吧？你要先按 P C 拿出来再打 P 猪，对对对，不利子哦，我要找不利子了。狐狸子，39的。白痴哦，我抓的这后面这几只全部都不是火焰的耶。看起来红红的而已。爽朗。哎、欸，要怎么看他强不强啊？就 P 猪啊。就是最简单看，应该是说看他的那个，他不是有个 IV 吗？他的 IVS， 他后面那个括号越高越好。嗯。这是懒人看法，那个爬树越高越好，最简单的是这样看。越高越好。哦，它只有48%而已。安飞，乐色，哎，飞，那我们没办法了。
ability， 这是 ability， 是啊 ，ability 是技能，是吗？嗯，光晕声好大、哦，对不起。ability，赶快再一个好厉害钓竿啊！它可以鉴定对不对？哎、欸，对对，厉害钓竿可以去鉴定。哎、欸，我喵啊，都要进化了，太棒了！哎呦，它变大只了，太神了，好可爱。撒尤达拉，妙蛙花，卡哇伊，卡哇伊，卡哇伊。哦，我真的是抓着后面这几只全部都不是。火的对不对？你都只是看他红红的。我跟你讲，你不能、哦，而且小雨也是因为在海边抓了一大堆不是水系的。对呀、啊，我快气死！不是我的那个还情有可原吧？它都是螃蟹了哎、欸，又鱼哎、欸，竟然不是水系的哎、欸，超狠的那。那真的是很狠。这个太狠了，这没办法。哇，这边有一只六十等的皮疹司令是怎样？有病哦、喔！哎、欸。他不让我逃跑，然后直接把我打爆。几句话跑，打爆你的口味的。哦，我可以，欸、要不要再许愿一次啊？我可以许愿一个什么几句话宝可梦？可以啊，许愿金石。对啊，要不要我许个愿？我那个囤很多，想说等后面。我那个也好几个哎、欸，我也想说等后面稳一点的，等级高了可以刷的时候。哦、你可以玩玩看啊，你可以玩玩看。你可以丢。啊、你们要一起打我再丢有啊我们上次一丢然后丢出五星对杰克丢的超狠的 那我来丢来你要丢哪里、啊、井旁边吗在哪里对对对剛就刚才那一个洞没有、啊、你井旁边就可以啦他井旁边就是哦对吼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对其实还有一个嗯我们这附近超多的、啊、海边也超多的我们就是海边最多啊哦哦，怎么直接 Q 进去就行了吗？对啊，点右键看看好了，点右键。哦，有哦有了耶，巴法，巴法，你的皮皮，怎么很可爱啊？这是什么啊？螃蟹，好战蟹吧？好战蟹，几星？格二星，格斗的，二星，格斗的，那要不要阿王？阿王不在，阿王跑去玩什么低什么低游戏？帮我们抓，帮他抓起来。哇，你妙蛙化了哎、欸！哦，你刚刚升的好爽哦，可是等级很低。哇，就差喷火龙了。真的，差一只喷火龙。谢谢喽，这样我们就有一世代的御三家了，好可惜。谢喽，好可惜哦。我也想要抓喷火龙。对呀、啊，被那个妈妈小鱼气死。哎、欸，点对哦，波要点对哦。有游戏，有游戏。好爽哦！哎、欸，他一下就死了，我直接结束了。死了，我们很强嘛。不能抓他啊！不知道帮不？我也不能抓哎、欸欸，不能呢、欸。为什么我可以、欸？不是不想啊，他变海星星了。他又换掉了，是不是？对，下一拖，下一拖，下一拖。哦，那我不收服吗？不收服。你收服不了啊？应该收服不了，因为收服不了，在我们那个时间中间又变成其他。对对对对对。问号、哦。哦，好扯哦。海星星，星星呢？海星星很可爱，抓抓抓！哎、欸，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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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另外一组，我换另外一组，我有草系的，我有草系的。我说等我一下，你是不是不听我说话？是不是我啊？我不知道不，你等你一下，你会那不见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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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再看。如果他真的不见了，我们会一起惨叫。来，好了好了，请进请进请进，来来来，再来再来再来。好了，我们会一起惨叫，对，我们会一起惨叫 ，Go Go Go！我会让他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海星星，能量球，我要摔他，沙尘暴，哇，他看到明天的太阳了，完了完了，这不是很有效，有有有，哇，很痛很痛很痛，哦，飞越快走，赞呐，输了呢。帮小雨抓、哦、珍珠一颗，好爽！不收服，浪费球。要我抓到了，抓到了，很穷。老渔夫鉴定。对啊，你找老渔夫鉴定。他说没什么特别之处，还是厉害钓竿就很厉害了。
啊，可是他说可以，因为他好像是会鉴定有三种，然后你也可以跟那个钓鲤鱼王一样会钓不一样的。哦，所以你的其他鲤鱼王可能要靠厉害钓竿钓上去哦。不是不是，钓的那个三个不是鲤鱼王了。哦，是换另外一种的鲤鱼王这样子，对不对？就是别的，比如像角金鱼或金鱼王那样子。对对对，他好像有一个是球球海豹。哦，球，我记得有那个球的样子的，对不对？对呀、啊，我看一下。球球海豹哦。还有三种，一个是无壳海兔，一个是拳拳鸮，一个是海豹球。我今天有钓，我昨天有钓拳拳鸮哎。哦。他就说他有三种的。可以跟你们借很棒的钓竿吗？在箱子里。Sweet。用完可以放回去，不然钓竿，不然也是占位置。Okay. 哪里呀、啊？哪个箱子？一个坐骑小羊很可爱。下面吗？哦，我看到了。这边有蛋蛋卡，还这边快死掉了。蛋蛋卡在那边快死掉了。我是觉得蛮好哦。你说什么？好钓竿哦，没有，它还有那个棒的钓竿呢，好好笑哦。棒的钓竿，而且棒的钓竿。Run钓竿。Run 布朗德钓竿。布朗德，哎呀，这什么东西轰轰塔子啊！好坏心干嘛、啊？哦，我很喜欢打好坏心哎。现在那个妙阿花，它超大只的，然后它这样子完全挡住我视线，我吓到。变一个超大只挡住。对啊，原来可以好大只哦。那钓竿鉴定有七种，哦不，一个厉害钓竿。那厉害钓竿可以钓到厉害钓竿吗？就不行了，对不对？对啊，厉害钓竿会钓到厉害钓竿，是要好钓竿才有办法。那好钓竿可以鉴定吗？哦，他可以吃这个芭乐哎，加芭乐啦。哦，我可以把这个都喂给他。你刚刚有打的那个叫啥？那个糖果拿来喂一喂。那糖果经验超多的。我。喂一喂哦。对啊，你的主力啊，就是那只狐狸啊，可以先喂。你原本是选谁啊？那个叫什么火之鸡啊？火之鸡啊，你有生它了吗？它没有哎、欸。啊，你好狠哦、喔！你把它当餐馆哦、喔。好狠、喔、狠的放置。这是什么啊？这是谁啊？这有一只。你要打吗？这是谁？这个是那个吧？那个泳圈鼬吗？它还是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哦，小智那只哦。哦，可以来玩一下，一星而已，废。这个吗？欸、不是，另外再过来一点，另外一个再过来的。扛棒下面，扛棒下面。对对对。来了。变色蜥哦、喔，我觉得很像滑头小子的进化哎、欸。这个可能，哇 ，DC 就爆了，我进 DC。对 ，DC 卡卡的。不要不要呀！来吗？哟，来了，我是 TP 八法，我快看看。哎、欸，我看清楚吗？喊一声，我进错间了，白痴！有，我刚进到楼上去了。进错间，对啊，永天佑啊！我天啊，还是到。我的墨海马是变这样的，哇！他叫海刺龙，只是他忘记改名字而已。他进化了还没改名字，好电哦！你们声音，你用芭乐回复哇？对啊，他身上带芭乐骨哎，好痛哦！我就说啊，我是为了打附近的水，特地要去练这。好可爱哦！不收服。
对，不想要浪费。阿宝了，阿宝，阿宝了，阿宝了。这边还一只哎、欸，那边的是什么？好像是不知道，有人说什么变色蜥，有人说是八代的水域三家。看一下哦，来，这个吗？这个是那个阿里演戏进化的那哦，所以是真的是、哦、那个一边刘海看起来中二，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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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刘海看起来中。要的情境，要的情境。我要抓他，我没有练演戏。伯伯，你要不要？快来，快来，我来了。你们在哪？你们在旁边而已，对不对？在旁边而已。来了，来了，来了。旁边在，我刚刚在看危机。危机。I'm coming home。来了。伯伯，你那个脸是秃头的。哈为什么？为什么这里面是秃头啊？没有，是里面那一层啊，里面那一层，看起来刘海特别高。爸爸，你发际线有点高、哦，注意一下。你也差不多呀，你们。我哎、欸，我是真的，我是真的，就是发际线真的变高了。我以前是三根手指头，我现在是四根了。哇！你们敢信吗？我是不敢信。太猛了，没事，我会开始让他看不到明天太阳。可是我想，我这样的话我要练呢。哎、欸，我死掉了，靠！对啊，很正常吧？克数啊，这个是水的，很正常吧？波波打了你，然后直接被你直接打爆你脑袋。有他看到了，因为有人死了，他看到明天太阳了。我要帮忙加油了，我帮忙加油了。拍手拍手，拍大力一点。有了。自然之力。是啊，他这个真的很中二哦。哦不，他不让我抓，我选技能。啊，他真的很中二哎。对啊，他小时候超级就是超屁孩、啊，感觉就是小时候被霸凌，然后想为什么不行，我之后长大中二要变中二一点，这样人家才不会欺负。什么鬼啊？真的啦，我觉得他的进化逻辑就是这样哦、喔。育种环境哦，还有育种环境哦，是养的。来看，来看，来看，超大威力！你的天，超威力啊！我来了，哦哟！你后面，你后面，你后面，你家，你家，你家。哎、欸，好可爱哦、喔！好大只哦、喔！没有我家的大只，你看我的妙娃妙花。那爸爸，你看我的水箭龟超小只。为什么？是侏儒。哈哈哈哈哈！好可怜啊，超小只，超级小。什么东西这么可爱？我的水箭龟啊，超小只。可以来上面看我，超小。我们在后面，在上面，这里。有个龙虾哎！哦，这什么在打架？刚好动你家勇、嗯，我想说什么在打架？你看小的水箭，没有你先丢你的那个，你看爸爸的喵娃花很大只，然后说那爸爸你看我的水箭龟，超小，好小只哦，他体型是侏儒，超小只，然后你看超大只的威力，大威力。他有抱枕，你知道吗？对呀、啊，这感觉超软的。抱枕感觉很棒哎、欸！我虐待我的水箭龟。我靠！那我可以骑的，我可以耶、欸！对呀、啊，可以，那自己可以骑。通常三阶都可以骑啦。通常大部分的都可以、啊。对。你有看过我骑完那个帝王拿波吗？超强的、欸！你看他，我直接浮空。我觉得你骑水箭龟比较好笑哎、欸，水箭龟完全在霸凌他。哦，那是超可爱哦。大草原，很敏感。我在看风速狗，观众说可以练风速狗。哦，超可爱哦。好，他的脖子应该会断掉吧？脖子直接断。爆。We love you. We love you.
平原哦，那我去一下平原。你们好啊，观众等一下，这边会被龙会死亡。等一下再看你。对，我现在那个，看一下再看一下，我现在腰腹似乎晕晕厥。哎、欸，谁龟龟脚？龟脚脚吧？龟脚脚吧？龟脚脚啊！龟脚脚，干子酱油，酱油，直接把我用破了。你待的时候，对，还没有龙之鳞片，而且要那个、啊、交换才能进化。龙之鳞片，我忘是星之鳞片了。为什么这招都不是很有用啊？我啦，气死我了！我赢得了这场对战，他给我对啊，抱起来很舒服啊。那时候网络上有卖。啊，什么鬼啊？平原在哪里呀、啊？有没有人有去？莽原吧，莽原平原。你要抓卡地狗对不对？风速狗，风速狗很低几率哦、喔。真的假的？对。它生成地区应该是一样的，没有几率应该都很低。你风速狗，我今天我好像这三天遇才遇过一次，哦，零点几趴几率吧，就那个、啊、我们要把它、那個、哦，风速狗在那个啦，相思木林是不是？哈巴那的那个莽原啊，对啊，相思木地形，相思木哦，对，我记得我有存相思木，我有啊，我有啊。好，哎、欸，那个 TP 点都不能直接用，对不对？真的飞过去，飞什么？就祭点啊，斜线轰啊，然后后面打你要的、啊。哦，你是直接祭轰？是祭是能祭几个、啊？一个？五个？好像是。哎、欸，有野生皮卡丘哎、欸。有啊，我们家会生。小雅借我 TP。好啊，我在飞，待晚上。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我想飞，飞飞飞飞，我想飞，追追追追追追，堆堆堆。我要去拿一些球球。海狮，嗯，我干嘛？我到的。那我拿个食物。海狮会害怕。没食物了。海狮会害怕。海狮会害怕。我差点就是音乐家的失误，差点就把他给踩了。他会生气哦。对啊。他会骂王八蛋哦。你是这么凶哦？真的，他是说哪个王八蛋宝可梦？把东西弄坏去。很气哦，没看过吧？他很少骂人的，一骂就骂宝可梦。你看他多气。一骂就骂宝可梦。对啊，你妈就妈宝可梦，我把食物丢去哪了？我我想说，怎么会有、欸、怎么会有技能叫做抓狂？不是狂抓。EPA 消玉 EPA， 哎，加点西呀。附近有一只 BOSS 哎、欸，你要去打吗 ？BOSS， 对啊，我看有那个标哦，有蓝蓝的。看一下，哪里啊？素素欸、小雨家吗？小猫怪，小猫怪没有在那个，我们在哈沙巴呢。哦，沙巴那乌娜娜，玛娜娜。小猫怪是什么属性？电的吧，是吗？对，我估一下，小猫怪 ，HONE。好了，这只对，它是电的。这只养完了，可以放这边了。沙漠地的 S， 哎、欸，为什么会是指令？算了，电的，有人说是电的，对啊，它是电的。我们说观众是我们最棒的那个，因为我都是开百科在旁边直接搜，最棒的维基百科。百变怪加百变怪，我觉得是有啦。百变怪不知道哎、欸，对啊，不然之前那个百变怪生百变怪太强了。全国图鉴靠百变怪，真的，不用抓宝了。哦，我这边有这个是什么？猴子吗？好像也是那只哎、欸。猴子？哪一个猴子？嗯，猴怪吗？
不是，就是跟那个 boss 一样的那只，好像、啊，看起来很像。这个叫什么？是你的扑克牌？哦，你说那个喜剧巧穴吗？对啊。看看是谁？哦，一样。小猴怪。哦对啊，小猫怪，它是猫。哦，小小猫。猴怪。是小猫。要打吗？一星的。好啊。拿来打。一星小猫怪。拿糖果，拿糖果。那我们 TPA 你。来，弄来。你说什么？来，变吗？对呀、啊，然后下面那边蓝蓝的，有下去呀、啊。来，来了。是电的。你是电，哦、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You are my superstar. You are my superstar. 这还有合一的。对啊，这边不是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的。就是要一个唱高。走啦，不走。走啊，不好意思，我的路换形态喽。哎，真的呢。他现在来到冬天了。好可爱哦。好大只。喵！他！我集中要害。这不是很有效。失败了，但是失败了。哦，我等级最低耶。那我咬他，我咬他。光合作用一点。有了，结束了。哦，有雷之石。哎呦，有大糖糖哎。哦，我学会喷射火焰了哎。哇，以为大家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呢。对啊，我可以坐脚踏车了哎。啊。脚踏车？哎、欸，不对哎，我脚踏车还要再练杆，那我要再去打那个。我一直打瓜牛，为了我的爷爷干。为了你，什么都不想说。呀！刚刚我看到一个秃鹰丫头。对呀、啊，我在抓到他。你知道昨天有人讲秃头吗？直接叫秃头吗？太坏了吧！秃头。极矿石，做一个牧场机组升级键，哎、欸，这是什么？喷射火焰，就升级组件呐、啊。牧场机就是孵蛋的升级用。哦，嗯、你昨天早上不是看到一个我上下缩的那个东西吗？哦，这个，哎、欸，不是啦，不要嘟嘟，不要闹我。你要什么？你怎么那么开心？我看到那只叫什么的，我被这个鬼东西挡住了。什么东西？我被这个肯泰罗挡住了一只牛。它有一个牛哎、欸！我看到烈焰马，烈焰马，烈焰马！抓它，抓它，抓它！抓抓抓！是的。耶、yeah! ！有了，嗯，你厉害妈的 ！Who's your daddy？Who's your daddy？ 哎、欸，旁边几句巢穴有一只，不知道是啥，看一下。Who's your daddy？ 哎呦，肯泰罗。你有要打肯泰罗吗？来啊 ！DPA。Who's your daddy？ 肯泰罗的一句。来，发下来吗？中有一只我比较熟悉的。我看到一个好奇怪的，哦，是幽灵系的，我拍给你看。哎、欸，我怎么，我突然发现我的表情是很难过的表情。這個、哦，这是那个叫什么？双盾镜怪还没生的时候。你们先打，我去旁边再看看。然后。这边有几个已经升星的，我们会灭团哦，会吗？会，好像有那个阿伯蛇哎、欸，我觉得你是没有被牛撞死过，我倒是没有被牛撞死过，
哎，我说哦，睡啦，麻痹了。他麻痹了，麻的。哦，看我被蜗牛撞爆了。我就说牛撞烂，这牛很凶哦。他要四星的牛，四星的牛都不敢去惹，你们却敢惹他。他四星吗？他不是一星吗？我看四星哎、欸，四星哎、欸。哦，我知道。哦、对啊，所以我才说会灭团啊。那很正常。火焰轮，我没有看到他四星哎、欸。啊，蹲出来是不是？不行，没有，我看没有蹲哎、欸。还没，他过半才会有蹲。哦。比如像这样子。有蹲了。哇，你马上用哦！马上用什么？你的马。对啊，马上用啊！还有十等呢，马上抓起来！要爆了，要爆了！会被秒杀了！会被秒啊！要爆了！要爆了，要爆了，要爆了！波克别爆了！波克比复活了一点。我复活了，我复活了！看，要爆了，要爆了！哎、欸，有了，我从昏迷中觉醒了。波克比，撑住啊！波克比，再撑一下，波克比。波克比死了，或其中一个死了，我们就结束了。没错。我在那边撞一下，我就死了。你没有选到吧？但难怪使用泰山压顶。希望他麻痹麻布，烈焰马死掉了。我差一点死了，我死了。啊，你也死了。我也死了啊，没了。Umbrella，Umbrella， 哎，这边还。Umbrella，Umbrella，Umbrella， Umbrella。啊，第麒麟是什么？麒麟旗？嗯，麒麟咯，麒麟咯。他是什么啊？要来电吗？一般。他一般吧。他一般般，直接把你烧毁。Go to hell！ 那我很懂。耶、yeah, ，抽到雷电王。I don't need you。哎，有蚊香啊！斑斑马，我怎么那么喜欢叠字字？跟我一样。蚊香君。斑马。独角犀牛。犀牛。小猫怪。但是你应该找一些看起来会碰会的，你知道吗？就是，可是他碰会，你怎么可能今天他是个草色，就是、那个大地色，然后跟我讲他碰会吧？嗯，可是我想想，该说你要找一下，比如说他的形态，我想你去背一下图鉴呢、啊，有你喜欢的那个啊，你网页可以开着图鉴，就是看火的那一页啊，你大概看一眼这样，然后对他稍微有点印象这样就好。对啊，好，我知道了。感觉比较不会落掉。抓鸟，我有一只鸟了。你可以抓小剑雀啊。抓小剑雀不错。小剑雀是火加飞。火焰雀的很好用。小剑雀在哪里会有啊？我没看过。在我记得我们家就有了吧。对啊，你去那个啦，捕鸟的那个墙找。对，你可以，我们那个有一个大看板。我有看到。我想说那个是伺服器的问题吗？还是什么？然后不对，这是人盖的。那是捕鸟看板。这是我跟繁星昨天盖的。结果我们盖好之后，他们都不飞那么高，超贱的。对，飞超低的。每一个飞超低，直接都从这边穿过去，快气死！回家。这是啥？哎、欸，宝可梦真有趣。嗯，怎么了？怎么都猜不到他的、嗯，猜不出来他的属性呢、啊？可是我觉得火属的算蛮好。不是，你看、啊、红红火火的那这个是不是？你要想你抓的那个小兵啊，你要想他是有点机械元素啊，对不对？那种通常就不会是单纯火哦，这叫石居蟹。你要打吗？岩石加水的样子，还是岩石加虫？虫，你要打开啊！你要打开队伍啊！你家隔壁，欸、你家隔壁而已。TP， 下面有个大家，下面有个大家一起打。有，我开的。那我要 TP 翻新。卡地狗，他真的是 BOSS 不能抓，很烦啊。卡地狗也可以进化成风速。对啊。
岩石加虫，都能打。岩石，那我选这个。Moment。就晚安，猫晚安。像喷火龙也不是龙属一样。对啊，你知道喷火龙不是龙吗？它不是龙，不然它是什么？它火跟飞啊。火跟飞也行。那你知道暴雨龙也不是龙吗？对啊，暴雨龙也不是。啊，不然它是什么？你猜啊，水加什么？你猜看看，你猜看看。喷火龙都是火加飞了。喷火龙都不是，它不会飞啊，暴雨龙不会飞啊。是什么？电？也不对啊，它不会电啊。你刚讲是火水加飞。没有错，水加飞行。啊、你猜对了吗？就是有一些就是不解之谜，你知道？因为早期设定也不是龙啊，他没有，他是我们打。那我们开喽。啊，我说你们开，我们开。啊？有些我看到 M MCO 了，你看到 MCO 暖暖猪吗？你很坏、欸。哦，好不像他甚至不是猪了哎、欸。你好坏、喔！我好痛哦、喔，开心一场。好痛哦、喔，开心一场。是你打他很痛，所以你才开心一场。不是我，是小雨打最痛，我第二痛。打烂呢？我一般般痛。你痛不痛？给他吃好吃的糖果。我这边有超多集聚的，你们有没有想要一起来打一打？一夜月，可以啊。看一下是什么的。那个一夜月。这个厉害钓竿还钓得到厉害钓竿吗？知道。没有，对啊，我问那个很熟的观众。我看不懂是什么、欸，二星的。没事，看不懂打就对了。可以等你们来吧，来来。好啊。要钱。T P B。等一下。咚。好啦，我先去看另外一个。我先飞你啊，好像可以先飞哦。可以，运气问题。好，还是钓得到的、欸、小雨，可以了。还是可以。嗯，好。我等一下站立一下，上去厕所。好，我来飞波波。哎、欸、哎、欸，这什么泡沫飞鼠哦、喔，还叫什么？不知道、欸。哎，总是 TP 我。啊，不是你哦、喔。笑死波波。波波，泡沫栗鼠。好。是吗？对，哇、哦，好可爱哦！碎啦，他是一般啊，不是一般，太狠了，真的是想不到哎、欸，太狠了，他这样是那个吗？这么可爱，哇好大只哦！大只，跟你讲，300公分真的不在骗啊。那我要狠狠的揍爆他！哦，他倒了，好像更狠哎。对啊，你直接踹烂他。帮我啊，谢谢了。抓一下，抓一下。我有了。恭喜。阿星，哎，我也抓到了。P D， 看一下，看一下。他进化也超可爱的。真的、啊。哦。对，他进化会有围巾。对，还蛮漂亮的。谢谢。谢谢。脚踏车。看啊，打架很快啊，很快啊，哎、欸，好像很快、欸，还蛮快的啊。可是应该要坐另外一台，另外一台是越野，越野应该就可以比较会跳。哇，好猛啊，这脚踏车！哈哈哈，打架啦！咔咔咔打架！哎，我就缺觉醒之石。你们有没有多的食物啊？食物吗？剩下4个面包。我只有一点点鱼。我可以分你那个，你那个胡萝卜，你在哪里？你 TP 我。啊，太扯了吧！有 TP 了。坐火箭雀就可以孵蛋了哦。哎、欸，田祖竹。哦，因为火箭雀有那个吧。还有燃烧的那个。因为我今天有带火箭雀在身上，然后我是做笔雕。看。嗯，谢谢。对，大鼻鸟就没有。哦，所以要骑着它才有。嗯，好狠哦！好狠哦！这样孵蛋很快、欸，太狠了吧？太无情了！哎、欸，这是什么？什么是什么？我哦，是石头的，石头加岩石，石头加岩石，岩石系。TPA88，
那个是什么？天上在飞的那一次好像很酷。这是什么？这个。哦，这只是铁甲犀牛。你要打吗？要吗？我可以啊，我去看一下那只在飞的是什么。我。盔甲，盔甲鸟。黑暗鸦。等我打一下黑暗鸦。盔甲鸟可以抓吗？来了来了，盔甲鸟要啊，都可以。盔甲鸟是飞行加钢吧？哦，对，好吧，盔甲鸟很强，但你不适合它。哦、对，它不适合你。钢加飞不是你的问题，是它不适合。它不是我。这很像是安慰，安慰一个人。爸爸对，刚分手，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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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飞走，他刚飞走，好，这不是你的问题的。打开，打开，打开。不要太难过。请开。谁是队长？啊，我开。谁是队长？我是我。有了，有了，有了。要吃个萝卜。好。有了，选定离手。有下好离手。哦，有啦，有一个很奇怪的是龙啊，阿罗拉的椰蛋树。啊？对啊。对。Are you serious？ 西德斯啊。是，他是。他是龙。他龙、啊。我今天有孵蛋加速特性，是没错啦，可是。他骑着他也会，通常用飞的不会那个。对啊，之前飞的不会耶。我先回家，又满了。许愿心快。那个火焰之躯是不是啊？对啊，火焰之躯啊。可是以前我们想说用飞的孵蛋就好，可是飞的孵蛋是没有用的。没办法孵。草加龙，对啊。好扯，好扯，好扯。好狠，好狠。我要传滑滑小子，滑头小子，滑头小子，回家，该不会输吧？哦，怎么看穿白痴暗脆弱？巴拿乌拿拿，哈巴拿乌拿拿。火焰罗去沙漠。立马睡着了，这么神奇的睡大觉，直接困体。我的龙虫混乱了，问号，怎么这么快？他的那个把招式让你混乱，对啊，过分。看来还是去去打瓜牛好的。啊，叫你了。严重剧毒，什么鬼？严重剧毒，好狠哦！有 boss， 赶快醒来！你醒醒！大针锋 boss， 大针锋 boss， 这么凶啊！哦，有了！格斗打虫不是没用吗？哦，我的天！没呀！天哪！哦。我打的睡着真的是有点尴尬，尴尬，尴尬。用火飞打，我不能用火飞啊，我要用一般。还要一般？我要一般。是不是没有了解我们的游戏规则？你是不是？你已经看了两天了。哎，这个三星的火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哪个？这好像是狐狸，是不是？有毒吗？没有，我的目前战力是这几只，其他还没养大。你给白来奔，这是火狐吧？不是，这是新的、哦，这是火球属进化吧？哦，是吗？好像有点像，又好像不是很像。那我可以打哎、欸，
火鼹鼠，火鼹鼠啊，他趴下来的时候，他平常都是站起来的，他趴下来的我有点看不出来，认不出来。对，你们这个很，所以你们可以这样子，然后就开始那个图鉴，然后就看。没有啊，就是因为大概记得他的样子啊，然后想一下就。耗子带火焰珠宝，我没有火焰珠宝。有没有跟我一起打？有没有人要来啊？等一下，打什么？火鼹鼠，火鼹鼠，火球鼠，不行了，不行了，这太残忍了，这只是在单方面的虐杀、啊。怎么了？我踢皮包包。好，哎、欸，我你踢，你踢我，踢我，好。被小雨打爆啦！小雨，你大阵风好痛哦！打破头了！哇，这三星哎！对啊，我要水，我要水，我会输掉去啊！等我一下下，等你来，等起来呢，等起来呢！他让我知道社会的残酷。小雨 UE， 我记住你了。好，你快来。记住你了。踢踢谁？野兔，野兔，踢我，踢我。有些可以学，不是才玩三天而已，不要再逼我了。真的。开始喽。等一下。这灯还换一下。看到那只猫，请等一下好吗？这只猫怎么看都不像是站立啊。那只猫只是来撒钱的，不要。对啊，你要还是你要撒钱？不要。对啊，你想赢还是要钱？想赢，开始喽！我吃个卤蛋。打完 boss 可以用同命或毁灭，我知道啊。可是你看刚刚的速度，我怎么玩？我用同命那个，我以前就玩过了、啊。洗脑。滚、啊、动了。滚动了，越滚越痛了。打他痛，打他痛。绝佳。再敲一下，再敲一下。哎呦，我把你不够怕了，看你了。看到绿绿的还不烧。我要吐他盐水了，我要吐他盐水了。哦，有，很有效。然后那个是大雷罐的，那是大雷罐的，他要死，他要死。喝你你啦！给他死啊！喝你你啦！是，死了！收服，希望可以，希望可以。啊，爆了，没办法帮你了。了哦，对呢，七四 P 在家，对呢，对呢。没话多，这就行命了。哦，你好，好快！我跟你讲，再快路上的宝可梦还是会拦截他的，还是会把我拦下来。是什么尼多朗？很爽，我觉得这样骑起来很爽。很爽啊！大王铜像，我舔中间。对啊，青眠鸟有啊，但是他就没办法，只能永远在青眠鸟的状态。没错。明孵化了卷卷耳，火焰马可以骑，可以啊，烈焰马可以，火焰马不行。烈焰马怎么骑啊？可以耶，按右键啊。53%，拜拜。哦，新世界，那边又亮了耶，啥？啊，这是那个哦，这是水加电的那个。哦，忘记它叫啥。原来它可以骑哦。可以啊，他真的很棒哎、啊啊！没有很多都进化到最终阶都可以骑。嗯，最终阶通常都可以。这个是啥来着？哇塞，这边可以上去。大鳄鱼、哦。这个人设是什么？这是啥？头摔鬼，怎么这么大只？这个是。这个是那个蛹哎、欸，某一个蛹，不知道是哪一个。你们在哪里啊？我 TP。米小雨哦。Okay. 我在这个莽原找狗狗。这个、啊。哦，大鳄鱼啊。是吗？我看不是，我看它是一颗蛹哎、欸。哦，蛹哦。对啊，它不知道是什么蛹，不知道是哪一个蛹。
哦，要么是粉蝶的，要么是毒蝶的吗？对啊，嗯。你要打吗？一个好像不会还手的一颗蛋。对。快哦，赚宝石哦！哇，你们哇啊！不，对对对，赚宝石。对啊对啊，赚糖果。我来啦！比小雨，你我你我，我直接走过来了。然后。我要用鸟来捉它，很疼的。盾加油！哦，大只，糟了，是毒粉蝶，是毒粉蝶，是脸看起来很贱的那只。是啊，看起来很邪恶。欸，你看它正脸超像一个蛇的。对啊。连眼镜蛇 ，no， 中他中他，中哦，对吧？中他也在中，这才是36D的实力，太强了。去集聚糖果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增加你集聚化之后的那个的集聚化的等级。对，它总共可以升十级吧？嗯，每一只都可以。然后你如果。因为我们在这边抓的宝可梦会有就可以直接有集聚等级了，是，它原本就会有一些集聚。哇，我的蟒原不见了！我这只妙蛙、妙花、妙花有吗？你看啊，你看，你看它盖药，应该是有。我抓给你的那只是有，因为我已经给它吃了两颗了。你看有没有彩色的经验条？对啊，它彩色的，它那个集聚等级下面那个条会是彩色的，就代表有。看一下哦、喔，看包包里面的。我没有卡比兽啊，说到卡比兽都忘记要去等。这也是哎、欸，要把它拉出来嘛？哎、欸，有没有你直接看包包，然后一样那个右键盖药。盖药，对，哦、有，对，它就有集聚等级。一还差四阶，哎、欸，那集聚可以做什么？就是你也会变大，然后它不是有些有盾吗？对，你可以打爆盾。哦，这么强、哦，很强哎、欸！人干吃吧。没有，因为我们现在要的那个东西是要解一个杰克说很冗长、很冗长的任务，很长很长。他自己都说很长了。要去找杰克博士。谢谢。杰克博士。杰克博士。有要打冰雪女吗？雪女。哦，四星哎、欸！哦，算了算了算了。那算了那算了。哎、欸，是这个的话 ，Bobo 可以打。可以啊，我不是克冰吗？对啊。那要不要来？可以吧，波波。你们也可以来啊。嗯，蟒圆。啊，我抓个毒。我这样子，等一下还回得了蟒圆吗？蟒圆我也有点啊。那边谁通吗？你在这边谁通？谁通？你就谁通，然后沙巴那个。S E T home。沙巴那怎么打？你就空格 S A V A N N A， 超大只的铜像。S A A V A 好了 ，S A V A 那边打勾。可是我没有 set， 为什么？还是 home set 啊 ？Set home 空白。Set home 不要中间不要空白，要 set home 中间不要空白。有了有了。哇，五十的大王铜像哎。极限三秋 M 吗？是吗 ？P P A fencing。等一下，等一下，冲突了，冲突了，冲突了。冲突了，完了。等一下，等一下 ，PPA。C。第一个，来第二个，波波。波波来。有了。那个谁？爸爸来。爸爸来。等一下，我快输了。完了，我先逃。极限三秋 M 吗？一爸爸 KI。嗯，这里就是极限三秋。他说极限三秋 M 吗？没有没有，你看、啊、这边有这边有很多。有 M 吗 ？TPA 的。来哟来哟！可是我需要复活一下我的。那、啊、你怎么没？你先回去啊，然后等下 PP 小雨。嗯、没事没事，我直接远程治疗。哇！我靠，这看起来很屌哎、欸哦！这屌啊，这很正哎、欸。很美。哎、欸，它是幽灵系，又可以炫耀了。他就是雪女。对，他是雪女。拿给他看，他既想不想要啊？想不想要、啊？加货加 M 哦，你们那边结束了吗？我手机没电了。你手机没电？没啊，侦测。哦。
我直接没开。烈焰马，烈焰马加油，靠你了，烈焰马。烈焰马，我烂他。有效果绝佳，效果绝佳。我打他。效果绝佳。哇，妙，我超熟悉。我倒了，倒了。刚去露营。加货加 M 毛，完蛋了！我是不是射错点了？有攻击，我要给你打几个那个啊，避开嘞，效果绝佳，会不会出事啊？一个多你，那现在就是你伤害再高，你打本影也是打一格的概念，对，是打一格而已。等一下，为什么烧起来？哦，他会烧吗？嗯。你想说你要被烈马烧到了吗？对。卡住了是不是？完了，我直接断线的感觉。哇！我感觉我也卡住了。他写等待你的指令，可是没办法选召。我退掉了，完蛋了！爆了，伺服器又爆了。怎么这样子？火焰轮是全体攻击吗？不是吧？是吗？我没有受伤吧？没有吧？没有吧？我爆了！爸爸离开了游戏。爆了！对啊，我爆了！我刚也卡住。没事。这边不是你们也爆了吗？还是你们还在里面？哦不，这是极限山丘而已。这还是极限山丘。啊，那我这边的点要。重新找，你要找 M 是不是 ？M 或哎、欸，有这里啊，这里啊，这里是啊。我要重新设。极限山丘 M。好像看手游有没有？那就在旁边而已、啊。对，真的蛮像手游的。那这里。海拔。海拔。可以做跑很快的奇迹。卡住打指令离开，没事啊，应该有扑克球。但是他进那个画面还可以打指令吗？我没有，都不能按啊。对啊，这里完全卡住。回家一趟。他家的意思是更高，是不是？所以我要找那种更高更高的哦。赶快升狗狗。其实我一直不知道他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对啊。这边有一个家啦，可是很小块。这边就很小块啊，就一个小小的。所以我要维持在更高更高那个神怪鸭子的高度。神怪鸭子。可是这个很高也不是，也不是家。哇！这边我找超久哎，看来不适合这里。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对啊，我是斑斑马，斑斑马长得好像狗。斑斑马长得，尊重一下，都至少长得像马吧。好啦，叫近看，远看像狗。远看一朵花，近看，你说这个说都会出的，不对？哇！我这边是家我这边是家。你那边哪里很远吗？离我很远。没、一小段的。TPAH 很大一片家吗？这边啊，蛮大片，比刚刚那边大片。加加加加！啊，完了，我卡了，我卡，你再绕一次。好。火焰龙是单体对吗？吓死我了，还以为我又战犯。这一块，左边这一块。就这个小山，我拍给你们看。你说这小小一块是哦？对啊，对啊。哦，这是五星诶。这边也是这个谷。哇，天哪，五星！哦，这是海兔兽吧？这在家旁边。这个海兔兽很强诶，它是水里面很排名很前面的。你要打吗？我们打得赢吗？我觉得我是打不赢，我没办法打。应该打不赢，我更不可能。水克火啊！这个中间这边也是家，这边也是家。重新设点喽。这边这一块。
有啊，这个加比较大块的，这一块都是。D L delete。对啊。哎、欸，卡比兽哎、欸，有了吗？这里啊，这里这个、哦、白痴哦、喔，啊，五星哎、欸，啊，卡比兽是不是很屌啊？打一下、啊，我回去补个血。我在这边站点。想说你遇到了，为什么 我的 UI 没跳？不是，我一回头，然后看到这几句是卡比兽。先 TP 小雨，来 TP， 你要上去打。你来帮我打是不是？对啊，杰克，杰克要来帮打吗？哦，他要来吗？他要留在旁边看。杰克要来的话，我就要回去继续找狗狗了。狗狗，小雨好了。狗狗，来，比秀，是杰克打。杰克来，杰克来。那我就 BSK 啦。那我把指令删掉。Delete， Delete Home， Home， Delete Home。为什么你们可以跟杰克讲话？在我台啊，杰克在他台吧？他们台吧？哦，刚刚说他不在啊，吓死我了！你说跟刚刚我一样是不是？对啊。对啊。来来来。啊，我找到白天就没有，我们还是没有要关台，再说。Need one ball， 要需要一个球。哎，来来来来，卡比。其实地区有对巢穴，感觉可以算。对啊，所以我一直有稍微绕一下、欸。哦。杰克，杰克怎么没有？杰克，他为什么在那边晃来晃去？他怎么？还有一个球，哦，他没有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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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来来来，他现在是身上不带球的男人。干嘛不带球？带一下嘛。身上也只有计时球可以给他。哦，现在这边什么都没有升呢。兔兔用格斗掌。爸爸 baby， 我来了。I'm OK。好的。OK。那什么诡异的生物啊？毒剑枭。哎。好的好。好的。我就是怕它不够耐久啊，因为牛不是牛，对牛牛比较硬啊。不耐久。耐久。对啊。压毒。你们还敢不补血、啊？我在这边当点给大家传你。这是卡比兽哎、欸！这是卡比兽哎、欸！哇！反弹伤害哎、欸！哦，好狠哦！他那件秃秃头盔哦！啊，怎么都已经先出来了？好狠呐、啊，卡比兽！效果绝佳，好棒！哎呦，卡比兽都爆了，我不玩了，完了！哦、怎么那么痛？他怎么这么狠？他太狠了吧！加油！至少打掉两个盾，你们加油！啊！我咬他，我咬他！有打掉了，打掉了，都没了，都没了！你们要撑住啊！我不要，我打啊！爸爸 baby， 爸爸 baby， 完了，完了，他盾又出来了，完了，我要回血吗？还是要打？你可以回啊，你可以回血，他太狠了吧，太坏了吧，又开四个盾呢，太狠了，太狠了。跑！哦不！他太狠了！他太狠了！爆了！要砍爆了！哦，所以杰克意思是可以在这边丢碎片，是不是？丢碎片？就是那个、啊哦、在这边刷星星碎片许愿吗？对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这个来。可是我们现在还团建聊他。对啊，对啊，好了，杰克已经高歌离席了。
高歌零息。我在这边存点啊。OK OK， 那我先回家。那我要这个点存卡比。KB。卡比 KB。KABI 卡比。Set home 卡比。要找小卡比兽，小卡比兽，我本来有要抓，可是爆了。我们只抓大的，不抓小的。小的可以啦。我们也想抓，可是我们抓不起来。不是我们不想抓，好不好？他们不想给我们抓。所以刚刚大奶罐应该其实也可以。两码子。对呀。但大奶罐有182滴血。有一说一。U E 说一 。所以那你要讲一也少一。一。嘿嘿。U E 说一。啊！是柳千秋。是柳千秋。矮心满头啊！我来钓鱼了。回来最初的感动。阿浩没练等啊，他还在收集他的格斗宝贝。对，他还在格斗宝贝。格斗宝贝。因为他跟波波状况差不多，就是他们对于有哪一些没有那么了解，所以他是边走边看。那再问一下，海林有需要吗？我想就不要不见。什么海林？海林就是碎片，海林晶体。我把丢了。你有想装饰或什么的话，对啊，做海灯笼。观众问一下哦，这边是极限山丘家啦，所以是上面是清晨跟黄昏，对不对？对喂，赶紧滚！刚找一只 boss 啊，好烦哦，心好累。好累。卡比兽存是3D在下午黄昏，下午黄昏呢？下午黄昏，那我先回家。我这只鸟没有普通系，对啊，所以它没有上，它不会上场啊。嗯，它只是拿来飞。对啊。工具宠我们是允许的，只是不能拿来战斗。嗯。我要战斗会拿比雕啊，大比鸟。还有你的大奶妹。不是啊，大奶妹就是一般呐、啊，我一定用它，用爆它。还问你要不要吸，要不要吸奶？吸奶，吸爆！不用担心。我其实蛮讶异，说小剑雀竟然最终进化不是一般家伙或火加飞行。这是火加飞行，火飞啊，是火加飞行，因为很多三门鸟都是一般，嗯，加飞行到底。哎呦，这是谁？让我看看。哎，这是那个电的鳗鱼是不是啊？麻麻小鳗呢？麻麻，然后是它进化。麻麻鳗，哎，还是是麻麻小鳗？不是哎，不是哎，是。是吧？是吧？对。对，他是不是爸爸来，这只你可以打。来 ，OK。他是草的，他，大群蟹，回去用。哎，要我吗？你要不要来？你要来蹭也可以啊，经验值哎。来蹭一下好了。有呀。皮皮小雨，来呀。皮皮，最后一打，你要来观察。电电哎，啊，不用怕啊。他电电，你不怕他？哦，我不怕他。那走了吗？好了吗？好了。一休一。好的。剑盾加门鸟也不一般飞行的。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剑盾啊。好大只哦！他飞走了啦。麻慢。麻麻慢。我已经看不到他了。他很高，你可以用滚轮把画面是拉大小。有。反了！种子炸弹，种子炸弹，弄它，炸烂它！哦，忘记它，弄它 ！OK， 刚刚打火哎，哎，他盾来了，自格，没错，三星啊！
哦哦哦哦，他很凶，他很凶，直接打三只。油垢派，坏臭了。然后盐水吐他。哇，真棒啊！他半血了。我用滚动按一次，三回合都不用按东西了。好爽！怎么这么好？啊、对呢，还有毒蓝熊哦。哦吼！盐水，盐水，直接吐烂它。好多、哦、金色王冠呢，好爽哦！我有特性胶囊啊，我也是。我抓到嘞，这是我想说抓。至少我有特性胶囊。大大蛇背，大蛇背，大蛇背，大蛇背啊！我回家放个东西。就是巴巴 baby 的。我打的，我也可以换四季鹿来吧，四季鹿。狐狸系，谁放狐狸系出来了？啊，狐狸系哦，墨海马的音效是狐狸系。治疗一下我，我的我的。哎，在哪里啊？在旁边而已，在旁边而已。金色王冠直冲一百，对对对。哦，好，一起关。看到看到。好，哎，家有噗噗车哎、欸，好小一台哦。那是除草车。哦，你给其中一只宝可梦的。哈哈 ，baby。哈哈 ，baby。我要吗？他去关台了。好吧。金冠，金冠冲 IV 吧。能量球啊，对，问观众。有时候点技能这边有个六格，然后有些蓝色格子，有些白色格子，那什么意思？有的。耶！让爆了！撑到了，撑到完了。边缘系宝可梦，不不，你是黑羊羊？什么东西？没有啦，就看到我有个设点的宝可梦，不知道是什么。我的雷达，这雷达亮的。金色王冠是帮你充六 V 全满啊，所以我不用繁殖啦，我直接练到一百等给他吃就好，是不是？哎、欸，不对啊，是忘记金色皇冠的。嗯、可是我的 IV 没有练呢、欸、，IV 全坏了。IV， 哎、欸，怎么办？我没办法给他吃这个。哦，我给错了。我的个体值没有练。因为这只为了进化吃了一大堆降个体质的，嗯，主要练一只色维加个性对的就好了。那它可以拿来你直接给那个百变怪吃吗？哎、欸，百变怪练到一百等对不对？对呀、啊。我不知道哎、欸，这可行吗，观众？因为他只说。就是对满级宝可梦，没有说哪一只吧。格达耶，对吧？这样你就省一半的麻烦。不行啊、喔，不行、喔。吃果实降数值有救吗？努力值可以用果实。哦，没有没有，他是说因为影响的是能力值，可是不会遗传。就是他是嗑药出来的，他拿去繁殖不会影响他后面遗传的那个。对。哦，好吧，那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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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就这样不好不。看来游戏把我们把游戏当白痴。好的，孵蛋是看原 IV。好的，写了。解了解了，那再问这个努力值可以用树果清掉重练，所以怎么办？嗯，没有问他们。那我可以用一些树果降低，那我晚点问杰克好了，因为这一只其实练很久了。因为你没有帮他带着那个嘛，就是特训的。对啊，没有，因为这只一开始为了亲密度，就是狂吃那个
然后你说一直喂果实给他吃。对啊，你要给我看什么？那就没有啊，只是跑过来。那我也先关台。好啊，我要清哪一个？我先关麦。接一些猪猪。猪猪还是什么猪猪？竹子。没竹子啊。哎，这是什么？这甘蔗。哦，你就打了再吃那个啊，打第二个就好了。铁。商店可以买球，可以啊，可以啊，只是没人去买，觉得太贵了。MENU。这里吧。忘记了欸，那时候就没有去研究了。哦，这里是谁谁？其实卖的算便宜的啦。关个麦啊。所以就是刚聊到哪里，比喻，有人比喻金冠六 V 不遗传，就像父母阵容。哦，我知道啦，我知道，反正就是先天跟后天的关系嘛。像我这只啊，这只其实就是一开始送的啦，啊，是有点懒得再去练它，想说先繁殖到一只至少个性跟什么，妈，反正你们应该懂我意思吧？你看下面的 EBS 已经满了啊，所以要一个一个吃，慢慢降又觉得太久了，也没有办法全清啊，所以最快是就是练一只新的嘛。葡萄是加亲密检特番啊，对啊，但是现在就是果实很少。在三年前那个我们 PSOMO RPG 的时候 ，RGBI RPG， 然后那时候就是为了亲密度就刻了一大堆，就发现不，为了练东西刻了一大堆，发现果实根本不够用。吃一个就降食。对啊，我好了，我现在先讲了，就是我们的果实还不够多。杰克是有想种，孵到好的再练，可是孵就是要孵很久啊。好啦，我到这边也先关台了，感谢你们的教学，真的有很努力在听，很努力在学。那先这样啦，明天我其实也是想要早上开啊。可是有时候就觉得早上太热了，其实早上38-39度，我还是在电脑桌前面玩的歌啦。果实可以种，每天浇水就很多。你是说游戏的天数吗？因为那时候就是不太懂它怎么种，它也是变很大的时候收成。好啦，这个明天如果有自己开台，你们懂的人再来教我玩。啊，如果是跟大家像小雨一起联动玩的话，就比较抱歉，没有办法顾你们了。就这样咯，感谢你们啦，大家晚安。游戏天数好，那我有空就去洒洒水。不然我再去问一下最大收成。那可以告诉我是哪三个吗？就是加特工减特方的东西，对不对？哦，看一下哦，就是这个吧，这个，然后还有这个。
加亲密检特特差的，每差一个。哎、欸，这啥？怎么放这里？找到了，是自己搞的对不对？那你看，其实就是路上随便踩，就这些而已。啊，就这些啊。对对对，这我知道。所以我那时候是为了，因为那时候刚起来啊，我一般招这只有一般招式，然后被很多这边的虫系也电爆，所以他当时亲密度就只有40几。然后我是去拼命打伟力，哎伟力，然后伟力会掉那个黄色的果实，我就拼命给他吃。记得做吼吼水晶喷雾，每天可以对每个树果撒一次，当做骨盆。哦，这我知道啊。可是，哎，不对耶，我还是要重养耶，因为这个东西没办法改，对不对？这个，问一下哦，那长耳兔最好的个性是什么？加攻击加减特防吗？还是加速度减特防？哪个比较好？个性要用薄荷，薄荷又是什么？薄荷是这边的吗？薄荷，因为这边是果实类的。个性果实要打怪掉，不是哦，打怪掉，所以会在这边吗？你干什么？所以会在这里。好，那我再去找找看，感谢。那薄荷的话，那其实真的后面不需要孵蛋呢。那好啦，我跟你讲，我还是要讲一下。六只普通细胞可梦哦，就是当然都是要带普通系一般系啊，什么普通系，就是我就是要带一般系啊，通通都是一般啊，做这只孵蛋的薄荷杰克用成转蛋的啊，柔软比较好吗？没有，好，我们先题外话一下，我现在要养的话。我要一只色尾的，要也要我等有色尾再开始搞好了。现在先搞，这是什么？哎、欸，有了哎、欸。嗯，四级路先进去。嘻嘻，好啦，那明天我再来请教大家啦。就先这样，感谢各位啦。零蛋，泡沫隶属级等进化。薄荷可以刷球呢？什么叫刷球？刷什么球？你要确定我可能杰克有锁一些东西，或者是模组不一样。泡沫用光之石哦，哈，就这个哦，打那么多的哦，这样子吗？哦，好。给小雨看，小雨，杰克有用转色尾的道具，又转色尾，好啊，因为杰克下午有说，
不然看我要不要那看我们要不要把什么转蛋功能开进来这样子。我说什么东西，就说转蛋里面有很多很 OP 的东西，叫穿光之点他。哦，我这个我知道，我想说给小雨看。好啦，不然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就到这边啦。泡沫啊，我这只它的特性梦特是什么？找一下泡沫里素，泡沫里素，没看到孟特，但钱很难赚，所以才有这只啊，这只一直都存在，不然我怎么不把它拿掉？它会降低一点点钱呢、啊，看一下哦、喔，泡沫粒鼠连续攻击隐藏特性，哇，好像很猛哎、欸，所以要去刷它。好的好的，梦特一样也可以用道具改，建议先抓一只特性是复制的，就能知道。你是说？开场就可以知道它的特性是什么，那个特性吗？可是有一般系是复制特性的吗？一般系复制特性，指定 PD 改。特性药膏就是改蒙特的哦，我有啊。我有很多哎、欸，哎、欸，药膏是这个吧？这个我有哎、欸，所以其实可以搞，对不对？我其实，在开台前就是有在。100等要80万了，开台前我再搞这些，整理一下这些装道具，不然那时候自己看得也很烦。超像鹅蟒耳石的啊！哦，找到了啦！想我记得白色羽毛啊。好，就这样啦。胶囊是换一般特性哦、喔，哦，那是胶囊不一样哦、喔，特性胶囊哦、喔，所以又不一样。好，懂了。还好没吃下去。好啦，那就真的这边啦，那我们明天看怎样再说咯，各位晚安，早点睡，拜拜。三 D 龙的特性就是复制，好，我学到了，下一只我要跟他们 A 三 D 龙，大家晚安，拜拜。等一下我看一下有谁开台，就不要说我要关台就有人开台。哦，好，他没开。那我看一下 YT 有谁开台。你会喜欢看这系列吗？我怕有些是不懂。麻子有开，蓝蓝有开。你们要麻子还是蓝蓝？好啦，不知道蓝蓝在画什么，去看蓝蓝吧。这个是蓝蓝大大的台，他在画画。对，这是蓝蓝。那再贴另外一个叫麻子的，是一个大麻 YouTuber，VTuber， 对，其实就是蛮常爆言的，然后有讲话蛮可爱的，你可以来这一台。我要一直做电脑，不懂的主要是听你们聊天吧。对啊，所以其实如果没小雨陪的话，可能就是跟你们聊天嘛，这样就这样啦。各位晚安咯，拜拜。要乖哦，巨哥不要乖哦，不要闹哦。